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围棋 TV 的大赛直播，我是贾亮璐。今天很高兴能跟我们的国少情感之手兼死活小达人柯洁一起为大家做解说。秦明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能来到围棋 TV。张姐。别紧张。今天跟大家一起欣赏的是第十五届农心杯第二阶段的一盘焦点战，由韩方的姜东润对阵中国的陈耀烨。那之前姜东润是战胜了中国的范廷钰和日本的河野凛，取得了二连胜。那这一场相信，作为我们应该也是很关键的一场了。那事先还是有一个战斗值对比，一起来看一下。双方在陈耀烨的大局是88，力量89，心理92，内力95，状态87。而姜东润，等一下，怎么会动呢？然后姜东润的大局是86，力量92，心理87，内力89，状态78。双方好像在大局上差的不是很多，然后力量上姜东润稍微比陈耀烨高一点，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力量应该差不多，我感觉姜东润也不是力量型的哈，感觉是。那你感觉他是什么棋风的呢？我感觉他收官啊，什么进行方面比较强，我感觉是这方面。是功夫型的。功夫型的，关节什么非常厉害。然后心理上是陈耀烨好一些，然后内力上陈耀烨 也领先了6个点，然后状态上陈耀烨也领先很多。好像从整体来看，陈耀烨应该是从各个方面都占一定优势。然后再看一下双方的必杀技。陈耀烨是如影随形腿，然后姜东润是神龙摆尾。其实这个神龙摆尾好像小编有一点乌龙，好像，然后总体评级是陈耀烨 A 加，姜东润 A， 然后双方的交锋战绩是陈耀烨4胜1负，那所以好像在包括刚刚的整个战斗值对比来看，从各个方面陈耀烨都是占得上风，那所以小编给出的预测胜率是陈耀烨57%，姜东润43%。那如果是你，你觉得你怎么样呢？我觉得陈耀烨60%会赢，我觉得。就是你觉得比这个高一点，胜率还要高是吗？我至少占60%，我觉得哈。是。哎，那你之前跟他们就是有过交手吧？应该都。有过。姜东润是我比较少，就正式比赛在网上，网上比较多，正式比赛就下了一盘，那是很侥幸，就是掏了一盘，捡了一盘。那陈耀烨我是20，应该是21负可能是。是这样，是这样的。都是现实中的比赛。现实中对，网上就没什么意义。那根据你的交手，你觉得他们俩的棋风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或者是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我觉得这两位其实都是比较稳健，就是那种功夫型的，还是就是一目一目抠，都比较喜欢实际。那你呢？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我吧，我觉得我是稳健型的。你也是稳健型？看来你是觉得大部分选手都属于稳健型的吗？不知道，其实很多人说我都是那种力量型的，但是自我感觉是稳健，可能自己发力时候都没感觉，很正常的一步棋，可能。确实，每个棋手的发力点也不一样，理解也不同。今天一定是非常精彩的一盘棋，那我们先进入棋局吧，然后再跟大家聊。这盘棋是经过拆分吗？应该是经过拆分吧。应该猜过吧？那有白人由陈耀烨执黑。行，我摆上。你摆黑的，我摆白的，好。再下来这个布局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我感觉最近一直在下这布局，反正。是大家都觉得这个黑棋还不错吗？我感觉
这些大家都比较熟悉嘛，大家都也都喜欢这么下。我也感觉黑棋还行，我觉得这布局黑棋还可以，我觉得，嗯，我也比较喜欢这种，对，啊，嗯，比较喜欢。确实，之前好像为了不让黑棋下成这个布局，白棋有时经常下在这个小步。对对，经常，老师也非常多，对。嗯，对，这个。这也是感觉，还有多说，大家应该对。嗯，是，那，对，下成这个。这样，这就很正常。嗯，那白棋这个时候。嗯，普通的是分头，对，当然挂甲肯定也是有的。嗯，对，挂甲也很多，都很多。嗯，这高加，嗯，白棋反加。啊，高加这个最近输的比较少。嗯，那一般都是走在哪？一般走在这里，然后、嗯、大概会下成三十点，三点，要拖是吧？对。对这个确实，这个形状，嗯，黑棋点，然后护一个，嗯，啊，这普通打人就是求稳差，嗯，这样是一个双方妥协都妥协的图，啊，这个图你觉得怎么样？我认为是白棋还可以，因为黑这边势力被这飞了之后，感觉扁了都，嗯，没有什么扩张的现在。那所以黑棋这个时候是得打下去是吧？对，这是要打。嗯。然后这也是第，这如果先爬的话，嗯，先爬的话可能是怕长。啊、嗯，如果再拐呢？再拐，再拐应该是跳。啊、嗯。我也搞不清楚，有可能应该有可能是怕什么东西。嗯。还是可能是这样。是。但次序上一般白棋都是先切，嗯。然后再管，对，我之前也下过一场，就是翻译嘛，翻译，就翻译是，翻译不太好意思，就是把它怎么了，把它吃了，就是，哎，白的不行的话，就是被，就是也是讲，就是便宜了，就太便宜了，对。如果在，这样翻翻吧，嗯，翻，这样，啊，然后白棋再走，对，这样，就这样子的话，它直接断，嗯，白棋先滚成这个图的话。这应该是普通定式是这样。那要打掉这张？不不呀，这不能打。不的。这被长的话，感觉会打得干眼睛。嗯。力也可以，这里就是被限制住，把人不活，嗯、把人应该被攻起来就亏了。嗯。这时候把脚瓦粘，瓦粘的话，好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一打吃，直接带响的，直接就把人吃了。嗯、是，所以说要瓦粘，瓦粘也是一样。嗯。啊，我们。自己像就摆棋和摆了很多这个牌，嗯、一下子都是粘和粘这个都可以。我站的话是粘这个，但实际上不行，好不大行。哦。它应该冲断，那时候冲断。啊，我先，它现在加出去，我好像应该我不太行。嗯，现在已经立不下去了。立不断。在外面。外面是什么？外面白棋，我的单子。这黑棋不行，一直解双针好像没用。对。妙手。这个。嗯，这好像已经动不了了。是，这其他就是针这样也是被针死的形状。表示就说粘这个不太行。嗯，不行，我三七他冲断我应该不太行。啊、嗯，那你可能这个时候你立不下去，你就得想一些办法，什么先搬之类的。先搬可能也不行，啊、还是在硬住，也没用，但是还是那样。嗯。那我这就亏太多，这里外面薄，它就吃这个厚。嗯。这不能，这干这干这个是，看来这次出现特别多，这就是。嗯，这局部也很复杂，关于脚上的对杀什么。像这样的时候，白棋是不能冲断了，是吗？嗯，现在只有冲断的。冲断黑棋尖。现在争死。哎呀，哦，这个本没用是吗？没用，这个。那他就只能补。你吓我一跳，还以为我是在学的东西错。我没错。还是这样，这是比较常见的。嗯、哦，这黑的是弃子是吧？嗯，这断这个是断是一种，所以搬也是一种。嗯。
对，嗯、先转，先摆转。啊，这现在要打掉。啊，现在是要打掉，这是白黑不能白黑投错。啊，黑被要打掉。对，这是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我也经常犯这种错误，就是一般被人打是这一作用，就是烧，应该先打掉这些。这以后是有题的，就比如说把题脱先，如果没题肯定是摆好，这牌数实在太大。是，这不就是学习牢记这个键哈，我觉得非常、嗯、非常实用，翻了一点就不打结了。这不是景气点还是啥的？你改一下。好、哦，行，你怎么收题都一样。嗯，那就收。嗯这个警惕啊，这白棋实在是。那如果这里面是个警惕，这白棋还能脱身吗？就是说不能，马上就得走了。马上就得，就是说不行，得硬。啊。这下打掉。啊，以后因为如果你一旦补完了，就再也吃不到这个。对，吃不到这个，是。再翻，可以看出这白棋目特别大，但是这就获得了外势。当然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这白棋还可以，因为这棋这里有断，你比如说你外面走一个，但是这应该给断掉，嗯，这断了都也是很严厉，我觉得这棋白棋还行，实目还是很大，对，嗯，这下面大概是多少？20、30、32，是不是完美？嗯，不止32了，不止吗？差不多差不多，这差不多呀。三二也对，这主要有个断，我觉得。啊。这棋白棋就会了，这个正什么？但黑棋这种就很难掌握，围大模样，你稍微围小一点就输了。嗯。白棋实控是拿的手，我觉得。你肯定是白棋，对，我喜欢白棋。黑下这个，下这个的话，控拖了断一下。嗯。黑棋有个长一点。嗯。走，留个活棋，白会下的棋。嗯，我感觉黑棋就这一块儿，不是很理想。嗯，那黑棋这个时候如果不能断，他翻这个是什么？对，有个翻这个，翻这个有点复杂。嗯，那个安中旭和全金环是这种下的，我印象中。啊。那实战是挡粘上。嗯。五六。嗯。白棋打一下，无所谓，直接打两局。以后应该也能打。也能，但是先打一下也不亏。嗯。利。然后黑棋再攻这边。对，黑棋。再也不跳。黑棋。再跳。再跳一个。嗯。白棋走出来。白棋不一定，我觉得有可能是断了。啊，直接。对，我去。嗯，就直接断了。我们好像摆过和自己在那。啊，你很多你以前上打过这个，嗯，觉得是白棋还可以。啊，你觉得白棋战斗更有利一点？对，是。嗯。是，这种有可能白棋有利。嗯，确实好像现在，这个棋。估计是双，嗯，是双这种。嗯。是这有个段子，就是打的切出来。我感觉战斗是吧？这个切花死棋主要是这个对。对，就只要白棋这个地方没有让黑棋走到这边的先手，黑棋这个局部等于是没有活的。嗯。嗯。但一旦黑棋如果外面都补后了的话，他这边有先手，就等于他守了一手棋。对。所以现在黑棋点这个，可能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不是很好用，可能跳这个，就是一跳。啊可以看一下，这局部变化还是非常多，对，非常复杂。我们也摆的非常准确。跳这个也是一种方法，还是白棋虎，黑棋还是要打，嗯。啊，这棋如果白棋尖出去的话，这我觉得黑棋已经飞了。我那个盘下我还能下很多棋的，是吗？那白棋不尖，白棋是要不平吗？白棋是白棋冲断，直接冲断。我出现好几盘了，我看这个确实见过。白棋挡
然后是陈也是陈阳也下的，好像是。跟古力形成三节循环，不过具体怎么下我也忘了。嗯。可能跳的是飞风柱，等于说那是三节循环。嗯。也可能假。对，也是五条腐败，也是。但实际上白居易选择一个相对少见一点的想法，对，相对简明的。嗯，对。这个时候黑棋是不是比较常见的是虎的位置？如果这样是下边，我我也出现的地方，这虎阵。嗯，这样就带黑棋争得一个先手。嗯，对对。下面怎么扩张一个？其实这局吃也可以吃到，但是应该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可能我这棋我也不太会，因为我不太喜欢张模样的。嗯，看起来你的气氛肯定是喜欢先捞的这一招，然后再洗。我觉得走成这样，白应该不会怕，但是担心也担心直接走棋的棋，先一个。嗯。先捞。然后再点一下，然后再点一下有点难受。嗯。这有一步，黑棋粘也不太可能，一般是不很粘的，是就是要立的什么接下来啊。或者下一个也都是常见的，很常见的棋。嗯，有很多普招的这些。是因为如果一旦黑棋粘完以后，那么以后这俩子就小了，黑棋再吃白棋有可能就保留这个先手，这俩子大了。那所以黑棋要反击。但实战黑棋确实没有什么选择，他选择挡下去。啊，是。嗯，这局我觉得我也是要挡。嗯。挡起来必然。对，这时候黑棋不能虎，由于这个子位置跟这两个是有区别的。如果虎的时候，白棋打吃，黑然后白棋是要虎在这儿，因为如果粘上面的话，它可以飞过。对，嗯，但现在这个子如果在这儿的话，粘上就是来虎一个。对，这个黑棋已经下面已经动不了了。最多就是打发，打发这个子就伤伤很重，对，重伤。而且白棋的形状很好，还有很优美的形状。对，这个时候对也是必然，黑棋只能站在这儿。还有有长这个的，就是在低位也只能在低位下的长。嗯，对。这也是常见，这也是别人摸着，其实常有心里的下注。有狗。这狗一个就复杂了，那其实没什么好讲。狗也打的加上，就是双方差不多感觉，就是一个比较更普通的一个图。嗯，反正也是因为黑棋这个子在高位，所以。黑棋的选择上有一些区别，这个时候它只能粘在这儿。对，高位长的话那样子的话就直接打死了，是不是？嗯，对，就粘。嗯，那现在白又有一个选择，就顶这个，顶这个也出，以前出的比较多，现在都比较少了，嗯，还是立。是立，对啊，尖一下，不然的话先下完黑下的这个木才大。哦。这样，反正。嗯，黑棋硬。现在要硬了。白棋再抢。白棋再抢。把黑棋抢。嗯。飞。嗯，再煎一个，再顶一下吧，我。嗯，顶一下。煎一个。嗯，但是要硬的，硬哪的话，我看你一会儿硬这里。刚才他打的就说这个，应该是黑棋可以，我觉得。啊，这白棋外面的这个形状有点薄，是吗？是是。也没有眼泪。对，我觉得用黑棋也行。嗯。白棋实战是选择了一个，更简明。嗯，对。但是就是，如果说白棋好，黑棋好像就是也没什么办法。对，是。然后白棋等于就是非常简单的把角上弃了，然后在外面选择把这个搬起来。我是认为这白棋不能接受，这实在是太淡了，太。嗯。黑木实在是太多了。实战接的是这个。嗯。可能酷爱实地，他怕他脚上有搬了虎才是他是第一图是，但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肯定脱线，我该多的多的。嗯，如果搬了虎我其实这也不是很怕，搬虎一个虎和跳我感觉都挺跳的，我觉得。嗯，跳白棋也不能断吧，不能断，这是加的。嗯，加的吧，这白的笑这是回打了长饭，对对，便宜嘛，就是第一感不是很差的，就是，嗯，但也还有可能，我觉得原来是，嗯，有可能也担心这个图，我觉得，嗯，但是我觉得无所谓，这角有点烫，嗯，就是该挂点挂点吧，是吗？嗯，有可能就这样。我
德白的暂时应该也不会碰到出来，有可能，但是他可能还得保留一下这边外面的身体。嗯，但是他还是尖锐，嗯，大家比较稳健，稳健，稳健，嗯，也可以。对，但大家能守到这个无忧角还是比较满意。嗯，还是再比，比再比。我也很奇怪，就是这个风格不同吧。嗯。我和那范宁在底下说，问剩下就说，还有王浩洋，我看了一下，都说应该是都觉得飞这个档。嗯。但是他实在选择这个，是吧？就是主要怕这个打入，他实在但是也不怕，就是这个特别大。就下一手这个特别有后续的下一手，对，后续下一手，但是其实飞个也可以，木水捞住把这个都护住。嗯，这个可能是棋风的关系，棋风的关系，他是走的这个。嗯，那当然白棋也是这两个好点，他走了这样一个，走了这个，当时我觉得白棋还不错的感觉啊。嗯，但是这个他想走完这个好棋之后，翻一个好棋之后，我就觉得也不真是，而且不一定好了，感觉这翻的确实是翻的打很大，就是几乎进行了好手。这白棋现在不能粘，粘上面还要再被打一下。对，这棋，你还可以看到这白棋下的非常的低下，这实际上。嗯。断一下，进一手，嗯，也比较难。因为我觉得我应该不会算，因为我感觉上面还是挺想从上面走的。从上面走，这破断以后，就是上面就走不着了。是。就一旦他那个出来以后，就正过来就。嗯，本来还是这个无论印这个印这个得跟着印一下。对，这走完之后就不用印了，就是。对，这两个对这边还是很准。嗯。他可能有点喜欢实地吧，实地就先啊，先确保能有半个角。对，然后完咱们定型就是很快的定型了，比较擅长定型。但是我觉得不一定行。嗯。这突然断杀金也是必然的，局部就飞比较太大。是。黑棋的这个。嗯，然后黑棋。黑棋先上面。上面就是独套的欠棋。这一下。他意图是先手便宜，就怕上大白棋加了连骗。嗯，实际上先便宜嘛，其实也说不清楚。嗯，个人的又是理解，也是很个人理解，自己的理解。嗯，然后下一手也是挺有视觉上效果。对，这道棋很有味道。嗯，这道意图也很简单，其实就是让你回去补一个，然后他再飞过来。我也是块空，嗯，但这个我觉得大家不能接受，这自然认为这个空还是比较大，这中间是木数，嗯，相比这几个木数还是这边的重心最大，嗯，那么白棋一有当然应该反击，哎呀，不对，反正作为黑棋也是，这也是他这手棋都想好的下一手，嗯，白棋搬。这样相比黑棋当初自己往外跑，等于他把头摁过来了。是，他就是有一些摁过头的效果。这样的话，白棋其实你说稍微过分点是飞，但下一个棋也给马赢。嗯，就是两个人如果对跑的话，那自然黑棋这边就得出东西。是。那这手棋，然后再靠下来。嗯。这一个。但白棋也是可以坐地做活。他打呀，他就，但是我既然出产成这个话，嗯，是要被飞一下。我觉得是要断了吧，啊，就吃一个，吃个子，白就黑就白棋就飘了，黑棋已经活了。嗯，确实不能满意，这打的还有道理。但是被唬一下有点难受，这局。嗯，唬一下也还好。嗯，反正现在就是白棋就地做活一个。对，我这好棋，我觉得白棋可以满意的这局。感觉好像白的活的还挺大的，是，还可以满意。嗯。啊，是点了枪。好的，先冲。嗯。这个先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走后自己过扩张中央，让那个中央的黑棋的子力，就是。嗯。但实际上他也不知道走哪，也不知道是哪个大的。嗯、我也不会了，尝这个感觉还稍微小一点，就。嗯，活个脚还是小。
总是就是别人打人，他把这局给他也都是木啊，嗯，是的，还是点个下去的，比较正常一点。那下成这样，你觉得形势怎么样？你可以简单看一下。形势啊，正好二十多，是是，那就三十。我感觉打起还可以啊啊，现在是行木数，大概就是确定的只差十个木，然后啊这边这边我也不知道怎么算，长一个的话是局部的十十六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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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二十快三十了，嗯，然后白棋走其实也不知道怎么走的，我是活脚应该肯定不行的，这局部也活不了好像，嗯，可能就是可能打了垮之类的，对对，打死了，这样确实。确实还挺难的，对，这样试试，估计活一块的话还就六点十十来木吧，嗯，对，应该有个二十木差不多，嗯，这一块全盘四十多木，四十多木，嗯，这是五木局应该是有的，嗯，应该有五是十是十是十五，十五差不多，嗯，十五二十三三七三八，那么白棋盘三十八木，应该四十木，该下该摆。这个黑棋盘比较厚一点，但是其实厚的也不多，它拆过来之后这就是长了一点木，嗯，这也不是特别厚，我感觉白棋还行，这植物主要是活的，我感觉这是虎，我就觉得活特别简单，你也杀没法杀，这其实嗯，这个其实白棋眼位还是比较丰富，比较丰富，嗯，那嗯，那这样来看配的还是有可能这手棋稍微有点缓，还是这些有问题，嗯，因为本来这个运势的话应该是白棋还挺损失地的嘛，啊，我也说不清楚哪里不好，其实这可能也不差，我觉得，啊，这我感觉这一上这几个也没，还是不是不便宜啊，啊，我也说不清，但是现在主要是比较厚，黑稍微厚一点，这棋还是有点潜力的，嗯，那也就是木数稍微领先一点白棋。嗯，我就是可能个人认为是白棋那个木数多比较好掌握一点。啊，嗯，十七八还行。啊，当然是非常大，就是局部白棋没活可能。嗯，死活下大人要出手了。他怎么说的？现在站起来不好杀，确实是。这立的先生，基本先生，这样子也得，对，就点个长的管，就是很无根的。嗯，那白棋可以先撑着不走了，肯定。嗯，暂时，因为这也不对，这边也不是绝线。对，先走这个。嗯。啊，黑棋尖，这个确实是很常见的一个形状，防止度过。看这个。看这个，先生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其实也是一步棋，他这是得补，不补的话，这些靠出来，可能还是比较薄一些。正过来就可以了。嗯，他这其实也不知道下什么，估计在这里挑一个，而且可能也有限制黑棋中间的发展。嗯，黑棋正，而且子力多了以后，这就打了爬出来可能严厉了，可能这就变成有点那个预设轮。这个也是。哦，这一个。它的用意应该是普通这个形状的白棋，要么这边一个，要么那边，就是要么这边跟着一个，或者是这边跟着一个，对，是普通的下。普通下法，但是现在也不好应。嗯，如果我应这边的话，这边你就跨去啊，这个子被分断了，那黑棋就很得意。那白棋主要是他如果单纯的自身补，他现在形状也不是很好。对，你比如说尖这个，这就伤到自己了。对。对，但是形状仍然很长得不好看。是挺好看。就是说这几你直接就粘过去，这不然的话这还得生冲下去，就是粘。啊，那黑棋就处理的太好了，轻松把这块棋。轻松处理好。白棋这就反而变得很苍白。十分的不满意。嗯。啊，对，实际上那是反击。嗯。黑棋是算是挺狠的，直接靠下去。靠下去，我觉得基本必然。嗯。但是如果他八应该是怕什么？他可能怕顶撞。顶。
顶撞对吧，嗯，这是福利，这是福利，那个打打打战的太多打打啊，什么给自己担心，嗯，看这确实有一点勉强，白棋毕竟周围还是有几个粉，毕竟是白的地盘，嗯，还是我粉，还是就是分啊吃局，嗯，那靠下去也不会亏，但长出来应该是也说是跌，嗯，然后黑棋虎一个，哎，如果长先长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嗯，再搬有没有跌？好像也是跌。再搬一下，搬一顶了。我那一下没有跌。对啊。这样是不是？你要挖断我？搬了挖断。挖断，那我不会只能几个断吧？应该只有几个。这样的，感觉这边先有点亏。这谁？我白的。嗯，就这个形状不太舒服。是吗？我不像黑方吗？不知道，我连单大家是不是都打出来？打出来。是。那白的也不是很好，白是不是这里也可以？嗯，那黑的有没有可能先在这边夹？先在这边夹就硬了。嗯，中间走。你看只有几个长。嗯，几个虎吧。那白棋是有什么过的？对。都可以，都过可以。嗯。这黑的好像。有点。这两个损害很大。嗯。这管应该最多，真的。都搬砖。如果翻成这样的话。是。反正也不能去，就加上这一点还是顶住。那你不去了，黑棋确实也没走到什么东西，黑棋除了不能飞过来之类的。把这断死了。嗯，还得再把这走。那断死谁也走，跟你一虎还要我打亏。嗯，所以，嗯，这可能也差不多，可能也是也。黑棋就把我们牵手把这个实力破了，是吧？也是。嗯。但实际上白棋比较狠，嗯，白棋它是，就这个这样，黑棋在靠下来的时候，就由于白棋没那么重，那反棋不太好靠的。但是虎下之后，黑棋的用意是，黑棋不会是有打劫的口味吧？我以为边上进去了吧？嗯，真的，你是觉得他们下的有点慢吗？啊。啊，虎了一下，打劫是吧？打劫，不知道。但是如果他是打劫，打这准备打这个的话，对啊，他虎一下不能是劫吧？这是怎么？他看一眼这个时候有没有别的下下？别的肯定也不好走，别的那种。嗯。那个别的也是搬运，那也也。搬运类似吧，那这就退。嗯，这个地方总是。这个很苍白。嗯。这等于他只是除了搬这个了，这打的下这。之前还尖了一把，嗯，再尖一下确实。本来战斗应该也是有点过分，对啊，这分开这个是不行。嗯，那这个黑棋可能还是被靠的，没看见靠不了，力量是不是展现了？嗯，对，刚刚补了一下。嗯，但好像这样看，似乎现在也就打劫。对，那好，就是打劫，那先白打劫试一下。嗯。那如果不打劫，黑棋自己这形状是裂形嘛？由于两块，它好像挺很没劲。不打劫，主要也没吃走，也没有打劫。嗯，是是。应该有。打下来的。也是啊，打这个行。打我以为要打这个。这个如果。其实白肯定避免多伤了。啊，就是看你哪两手爽。对。这棋好像确实不爽啊，这个。但我是。这搬家。这个是。对，要弃了呗。嗯。嗯，搬家。搬家应该是先。我搬掉会不会伤这边？有可能。那就先不搬。我先不搬，我本来这边我这有先手位的。嗯。我再把这个吃出来。吃出来。吃在这个吧，吃在这里好啊。这样的话可以看一眼怎么样？哎，白棋这上面确实怎么刚刚逼了一个变得这么大？
对，这个好像黑棋很苍白，跟不上。这才几目啊，这是八九十十三，这搬三搬家也是干的，搬家搬家、七八的十四十五十五十六是七目，嗯，十七目三十七四十七五十七五十七五十七白的十六十三二十三二十七八九三十四十五十五，这个都应该都算死了，十十四十五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八九，这已经五十七至少，啊，这里都没算了，这黑的实在太长了。不行，这墓也不算，对。那黑的如果不吃这个，吃这个怎么样？就是这两小吃，如果摆在这块吃，这可能吃的很爽。那这样，可能这样，嗯，这样。白棋消一个，消一个也不要像解放也是，我比较激进，比较摆，嗯，就是西风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也不是那么稳健，是突然就这样。放在这儿，嗯，你可以先随意差不多这样一个，嗯，判断一下，这黑棋可以跟着印一个，怎么印？嗯，这就差，还是十十十十十二十，也没吃几个木头，那再接一把。对，这个其实跟这个差的木也差不多了。是啊，而且白棋更厚一点，白棋这儿可能又长得更多一点，所以好像黑棋劫财是。没有合适的节奏，跟这个节不能成正比。对，实在他也换了一下。但是如果这个地方黑棋不能打劫，感觉上黑棋的战斗稍微有一点点被动。对，但是他好像一拖，嗯，可能扭转局势。嗯，拖的用一个白棋，如果跟着硬，对，跟着硬退，嗯，就直接打身。对，该定。不行，这延出一气。嗯啊，这也是白棋肯定是不能接受。是，这。哎，真是嗝屁！那你拖的时候，我如果立吧？立，他在掰。嗯，我这时候有点难受。掰了。我如果就粘你腿，我比如说你打顶。啊，对。这样。这样打劫的话，那黑好多。嗯，那是。也比如说是这样，就这样。这样等于。快差了，基本差了一口气。一口气我估计不止，现在是白八号的，这一虎就已经活了，基本。嗯。就是这白肯定不行，差有棋。不能接受。对，白应该只有粘。粘还是退？是退。退。黄白棋要点好，不成立。不用点，太具体。点应该。因为太凶悍了，打吃。嗯，我觉得打吃可以满意，这人家干了，我翻。粘，然后还得拖一个吧，这肩有点大。拖了，拖腿还是拖腿？对，那大概下成这样。对，可能下成这样。是。啊，好像我看到进球，应该就是下成这样。啊，这样。那你大概这样，你觉得他的这一套？我看看黑棋，不乐观，实在太不乐观。是。嗯。是什么都没走着这一圈，白木还是挺多，虽然还是二十多目。嗯。黑棋就活个这个，我这直接打出来。打出来这很现实。嗯，其实现在城盘好像也就胜率比较大了。对，那就活了这个，这打出来的木很吃紧的感觉。嗯，而且好像现在白棋城盘厚了一点，对，好像比前几天厚了，这都活了。嗯，这也不厚，这还是有可能什么杀出来的。嗯，一旦白棋这儿如果有点死，对。对确实有一点困难。啊，他靠着这个。啊，而且他实际上保留了这一下，就是还没走这些。你这粘一下问题不大，因为你以后长了这棋是被断开的。断些对。主要还是就是被先手断开。先手断开是基本不行，基本没有这长，粘下去应该不。不过他可以保留的。嗯。先靠这个，靠这个是什么意思？靠它的用意是什么呢？黑白如果是他搬住呢，他是让我写干。搬断吗？搬断的话，这不是感觉还是有点过分。不行。搬断太直接了。退一个。退一个，他这是便宜了。这个好像不便宜啊，这把又是把。你这手气还是非常大嘛，你还是。还得硬，还得硬。那你硬白棋不是就已经连着铁后？应该也。
好像不是很便宜啊。对，现在形势可能有点困难。嗯。白是不是在想这个后市？对，白是这样，等于是他就是花一手，但是他这个确实就铁后，而且还把这儿封住了，基本上。白棋今天也不好，应该是长。啊、嗯，那白棋再从那出来。对，这挤一下也先上，对，这都封住了。那感觉黑棋这多也没长几目呀，以后。长一千目差不多。嗯，但是中间亏了。亏了。后保上差非常多。你现在就判断形势嘛是？嗯。三十七三三十六三十三二十。在上面的哈。三十五左右。但是下面该白棋下，对方肯定没有啊。对，就该白下最多十多目，那就是45。45是不是有点难？这两块加上。这块其实大飞要大飞掉的话就是12目棋。嗯。那是20目棋。嗯，三十。啊，不止啊，面不止，怎么能十二十？啊，差不多是20。就是这地方有点密，现在。对，20目，三十二，这是几目棋？算个两目吧。嗯。34、35、36。嗯，这是啊，那现在。主要是这个，其实物数来说是黑棋没差的，但是这主要这题白棋都是潜力玩的，就你上来单将的话。嗯，我们可以看成以后如果是看成这样的这个。这基本都是白的潜力啊，这20目算特别少，你也不止二级。嗯。这只能一飞就多十目棋至少。是。这题还是比较困难。搬了还是搬了万的，还是目数重要的。嗯。我也应该是觉得也可以搬这个。嗯。哦，搬了加这个。搬了加这个。他意思就是，你如果现在吃的话，我单场我可以不走这一下。不是。啊，是那白棋本来也吃的。啊，对对对。啊。那这样他是要打了绿。啊，他就是打绿。啊，这样他就是。也好嘛，好的一点，就是他的意思，挡用不是先手，挡着点就是顶住，是不是撑住啊？也没有翻身流，但是暂时不是先手，他目的可能好一点，他就是要捞目，实力型啊。这样的其实单单他没有好。单单也是顶住，确实。然后再去点这个。跟推也差不多。嗯，然后再去点。点这个。是鼓下面，很想反击。黑棋很想冲，不想粘。啊，现在还粘了。那冲这个的话，他肯定先断了。对，白棋可能就觉得我这下面就厚。对对，我但是就把它补了。对。这好像还是。还是急一点。还得补，不能补大一点。我们如果补大一点的话，好短一点。你不要打这个了，你讲太大了。对。那我还是自己。对，咱得提一个那。确实他这站活得挺干净的，这保护一下你。嗯，可能还是就这样，这目还是。但点一下显然白棋偏。对，白棋得利，但是让你点到也无所谓的，这意思。哦，飞这个。哇，下个。太挑眼。飞这个，我现在跟不上，但理解这都是什么？飞这个，他一直立这个，然后再退回来，是这个意思？嗯，退回来是，可能就是这样退回来啊。然后再下一手从这边过来，破中先是书生。嗯。他这可能是不是有一个过？对，没有过的。他这地方是要怎么连的？是不是在看我在看？组合，你跳三十六。对，这下不是很现实感觉，还是接应，可能接应。啊，确实对，还是。不好走，这管啊，气很紧啊，配的点。就是黑棋这边也不好出。对，是这破了就当都能挡了，偏方挡了，但是都先手，想活还是应该能活。嗯，确实是。但如果这个地方黑棋有死，这个下面死活是谁？你是说都包住是吧？不包住。应该感觉有点问题。你们可以创造死活题。你这样，我觉得舒服。这样你怎么下？我可能还是基本经济变进去了。基本是嗯，那确实也是比较薄。对嗯。那也倒就能这样。但也经常是这样。那也接了只有下出来这些，没有接的话。嗯。那连破肯定不行。
你不用。好，没事。没什么。黑的应该总是要从这边出来的，对，但这边好像白棋没有很好的联络手段，嗯，对，反正一暂时还连不过，还是得往外跑。反正白棋的下法确实，嗯，怎么下怎么有一点，嗯，他活了活能活还行，这是说不是很苦的活，两个都活了也也，嗯。接下来的话就是活了多少目，就是90目，30目，不到40目，差不多40。白棋刚刚是不满意这个，他怕是长吗？还是我也不太清楚。感觉如果吃那个的话，这应该有棋下吧？对，这地方。他有可能就是怕长，我觉得。嗯，就是他现在这个脚没那么大。再打一打。啊，还可以打一下。怕这个，他怕是不是怕连扳什么的？对啊，就是欠个劫。欠个劫，但是这个劫其实基本没有，就是跳一个，其实也是打劫局。啊，连环劫，你说到连环劫是是。连环劫还是。OK。嗯。哎，你你。打的卡夹子。对，那飞点不行，飞点就不行，这好像。仍然是个怪他。就是没有。那他是他活了不满吗？感觉他实在是下来挺。嗯，狠的，只能说白棋挺狠的，是挺狠的。但他本，毕竟他本身下面这个也不是特别，嗯，特别活得很干净，应该说白棋不是很好。好了，看到实战了，他这个也是能成立是狠。嗯。白棋飞出一。管他先亮一下不会亏，先亮一下不会亏。反正以后就大概是这样，就是气很紧。不知道能不能管得着这些，管会不会拖？应该不会，应该能管。拖的话，白棋在是不是？对，就糊过了，糊了，已经过了。对对，那应该得硬拖出这个。那这个气很紧啊，对，飞出去。黑棋好像基本就感觉欠扳手。但是就是黑棋不完，对这边会不会有？对对对。但是暂时你好像一个应该不够，我如果出头，我这俩有牵肠围绕，应该对我没什么。主要现在黑这边得先交代。嗯。这不好下，现在是提前阵好像都挺厚的，现在。嗯，就是现在好像有可能黑棋要掌握不好时机，他不见得威走不到这边。你这样有可能吃了以后他也不亏，这个这死了可能也不亏了。是，但是等于这两下先手，如果这死的这目数还是。是用的三下。啊，对。而且要是想用的时候。对，想用是三下，那基本是两下。嗯，然后那下轻易不会死。那现在。下这个啊，也是一手，但。嗯，转身冲一下之后，这冲断没了，有一点不太可能。嗯。上方，你摆的好吗？他现在有没有可能什么？现在冲不冲？冲。这样子。我接那个，我不知道怎么，我跳一个，我跳。跳完这一般，但行，我这边气我也挺紧。那么所以我就接一个。接一个，然后再出来。接一个试一试，好些。然后，我接下来形状变了，有点小。我不好意思，不太肯贴这一下，但是我自己出好像。先这个，那感觉还不如这样。这样我接一个，我还有点面子。啊哈。不过你现在得看你已经活了就不想活了。啊。是。那就这样吧，这样接出来可能黑棋得马上，黑棋不走，我是不是就封住你了？封住我，其实我不怕了。其实嗯，你吃不紧，好没什么用。是，那没人意，你就可以了。这摆的好像很无趣啊，这跑的。嗯。活棋很不好意思。但是很奇怪，黑棋没有什么冲掉的，但是黑棋只能接双了。直接双。但是我觉得这被点方有点难受。是，白棋马上点方了，感觉。马上点了，马上点。怎么会双这个？有一点点奇怪。冲这个是怕什么的？也，
冲那个怕什么不太清楚、冲那个怕身体是吗？嗯，这点好像不是很怕身体。我感觉这个是要点了。对，我感觉被点了其实有点难受。主要是好像如果我这俩先生你对我总是没什么。但你现在我看这个是不是先生，我看是有这边。那就要靠你了。然后这个死活白人白死就不用我出手。就点一下，这其实这俩人好像没什么必要的。不知道，因为被站到，被站到两个，被站到一点也肯定不行。嗯，是从杀死的角度来。对，这回去应该不行，他只有贴这个先手。对，就是那样拉下，然后基本搬家一般的。对，贴这个手，那黑棋不好弄。你贴你都不一定贴得到吧？我什么飞过来？对，现在贴我。我飞。对，吃的好像也是很大。嗯。那不好办。有一点点奇怪感觉黑棋三。先双这个，我是难以理解。现在点刺，嗯，点刺啊，点白棋就算硬，它也是只有硬。对，它只有这个口了吧？对，我也是看往这走，这棋下不动了，已经这。这我觉得现在这三千这边的战斗已经没有防控的少。这好像不能这么下，他这白应该是粘上了，他不会还。那黑棋可能是要去子嘛？但是黑的。这个他应该是要这边有个先手把这儿吃了才行。这难道我看错了？我感觉没什么用啊，好像。再看一下。这白应该要几个先手就行。嗯，这白棋是对。白的全力。那这看着看着这样不好下这么多。嗯。这虎夹虎一个先手就行。对，如果这先手。是一张黄。就传这个，就是冲。你先弹掉是吧？弹掉会不会刺激？弹掉刺激。你不用弹这下。我不用弹这下是吧？怎么又一道怎么去新鲜处理白这个扳手不能上，我觉得这个是他现在不肯动，应该是怎么上，然后白就要活卖到这下再扳一下，有点这很有意思，这个我还上点虎一下吧，是就是只有虎一个三手，对，基本也是这样，因为你往这贴紧也很有可能死，嗯，基本上是这样。这样的话，嗯，这样好像，一下子我也没看清。嗯。就最普通的是单立吧，就立一个。嗯。有些团量立一个，立一个这一打吃好像就不是活不了了。嗯。就加这打结局。这等于是个结。啊。结不行，结不行。啊，这是原来还是挺搞不清的。累的时候，还是把气能不能缓慢一下？缓慢一下的力，你缓一下，缓一下。对，我想自己。自己没缓慢。组织不好。嗯。嗯。哦，可能是，这就是好像有一杀，还把你摔了两个先生，好像就是，不然就打劫了。但是就算打劫的话。主要是看黑棋什么时候走，如果打劫白棋能在外面走两手位置应该不太，他现在如果像先来的话就在外面飞死，对，实在黑棋并了一个，好，并了一个，他是先把白棋也没脱掉，对，也没脱掉，他应该会这样干啊，是干扰，这不是这还紧一点，对，是干扰，那都定了这下还是不好意思不要紧，对，肯定得跑，现在是怎么跑的，但是感觉真的要这样跑吗，
他是去芬兰的。其实去哈没什么关系，因为这白皮都很薄。嗯，这白皮总是要回去的。这应该也是，其实还挺有顶的，我真的是。嗯，那管理还有什么好的？嗯，挑一下怎么菜。然后我飞一个。这出来，很苦啊这些。那我如果一旦能先手处理好，把它那个怎么补一个？对，那我现在看这里好像能不能，能给打结过还是？结针过，白痴！我可能也是想战斗，这我不太看好黑的这战斗。你觉得黑的有点勉强？是，这主要其实白棋两只块都活了就行，没几个目。嗯。现在还是完全跟上进度。啊，他就想没钱。啊、哦，他没跟到就跟下去了。对。啊、哦，那还有点区别。他现在好像已经，如果他都在头上了，他走不到了。不是，我们之前说拐这。啊。这样子也是做到了，就是不偏也是。嗯，但是无所谓。嗯，总走得到。对，现在应该只有这么下了。嗯。我现在没看到别的事了。是的。现在是3点钟，他们那边下午2点开始，然后比我们晚一个，就比我们有一个小时时差。他们是不是快读秒了？应该都。3点，嗯，有可能是快读秒了，应该是。那如果时间比较均衡的话，是双方都快读秒。对。或者是有一方已经提前读了好久。对，他们俩我估计用的差不多。啊、嗯。对。你跟他们俩比，算是下得快的还是下得慢？我肯定下算特别快。嗯、就最快是吧？对，最快。你平时下围甲的时候会读秒吗？平时从没读，但是有些时候会读，但是主要别人已经想很长时间，拖到特别后面了我才读秒。啊，所以是到后收官或者是那种单关的时候可能会读秒，其他可能就是没有，是的。下是觉得夏天要读秒，其实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你这么说到这些经常读秒的人情何以堪？对，但不知道，反正以后我也会读秒的，我反正说，总有一天。那你觉得有人跟你发的时候会跟你速差不多吗？就是、啊、有啊，哎，我这有，你心想啊，下比我还快了。那看来你们小的这个，嗯，都下的比较快。小的也有慢的，都挺慢一些。但杨景平我觉得就不快，杨景平反正都不是很快。哦、嗯。现在还没有下。啊、嗯哦，可能先，那还没中奖，现在黑棋还没中奖。哦，那莫非白棋是提前中奖？不一定。看看白棋，大家从。道理上来讲，黑棋既然已经先损了一下，总是要把它把这个损。对，是道理，但是棋可能就不按道理了。那他拼一下，是他是不是捏眼？不知道，等他杀一杀，飞一个。啊。我也飞了，也不太行，他是间断了，好像我感觉，他还是黑棋勉强。嗯。不要，他还在想，酝酿什么东西？我估计他不会简单顶这个，有可能。嗯，爆料王求爆料，啊、我爆料王都坐我旁边，那肯定是你爆料。其实我不什么都不知道。但你这不是，嗯、我看你每次讲棋料挺多的。那我要讲些什么？你说，没事，问吧。知道。那就看大家，既然他是那个有问必答型的，嗯，我也大家可以，嗯，对，随便问。来，大家活跃一点，难得遇到这个这么好的有问必答的人。然后他接的话是。所以如果按那个，他是已经跳了。啊，跳
票也好，其实好时机啊，算是。就是他没走到这一下。没走到这一下，现在想走也来不及，早上先过了直接。哦，这都走不到。这边差点一下，那好像我就突然觉得。这下差好。突然好像逆转了。这个这差挺很多啊，这些主要之前我在看那个图示。你本来还在看这有没有什么东西。在过来在想。他现在下了，如果手掉还是下了，先马上就先手。这是你要不过我飞一个，我在看，飞这个也可以，飞这种、就飞了尖的尖的这种尖的话，这就过了。嗯嗯。然后是只有力，那这其实接紧的这些。嗯。看这其实像因为下了一把，然后我们突然就不一样了。下一把白棋。对，局部最佳也就走这个，最佳，局最佳也是这么走，就隔一个眼。哎，黑棋也差了一点，黑棋是不是也位上了？哇，这确实，那确实下得好，太下得好，确实是很犀利啊。应该是抓住了白棋，没有先定型到脚上呢。对，那现在目前非常精彩的一个下面，白棋还保留出问题的，经常就是下棋，有一家没交换脚。装下职业就那啥，就容易犯错。嗯嗯，太狠了，问题都。我想帮你。你随便问吧，随便看。真的。啊，随便说吧。啊，最重要的你也回答了。嗯。啊，这样先从棋上开始、啊。你觉得哪个九五后最厉害？这问题好犀利。九五后是吧？我觉得都挺厉害的，除了我以外。除了你就。对对。都挺厉害。嗯。啊，那个，接下来马上不是有那个古礼的十三棋吗？嗯。那你个人更看好谁一点？这个问题。嗯，我看好胡歌。都得看好胡歌。对。我感觉胡歌会赢六七盘，反正。六七盘。对，我至少六。至少。看好胡歌，但是。嗯。啊，掉了！我这个键还是给我关掉了，都看不到。嗯，可以。嗯。这个那个，我问你一个，那个棋手里面，不，你棋手里面你就比较欣赏谁？比较欣赏谁？嗯，你棋手里。我不知道。哎，这欣赏那么好回答，又不是问你喜欢谁。不是，我知道，但是都欣赏。都欣赏，好吧。都欣赏，好得的。好吧，那我们比较记仇。比较欣赏你。哦，谢谢。主要是你不说我，你不知道，不好意思。我都坐你旁边。突然转念一想，还你在我旁边，我不欣赏你。对啊。其实我也比较欣赏你。那你太苍白了，你也不直接说。忘了。行。所以这个。是你这么多年。他现在冲上怎么办？我应该下去。下冲。冲上就下了，真是。连不上了是吧？看这个。是啊，先这个。哎，这个是。啊，对对对。这也不对。不然短路。哦，这不是差一些，那这应该不怕。那不能冲着来，可能先下这一下。嗯。啊，现在现在也不好走。直接。我觉得普通收官是就不用爬过可能的局，应该是黑棋不怎么，嗯，不难还是不能考虑。然后打出了这个啊，打了。然后白棋把脚上尖掉，就脚尖，估计他也是有读秒的，对，他可能打将到走，他应该早就走掉。确实。好，这个非常，现在我特意。单拐一个，单拐就是最后的。嗯，这
个是先手就是以后想的，还是是几乎不活？几乎不活，对。基本是不是得走啊？这边。对我，他肯定得对那个夹着好，因为现在把现在打了个不管不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然后感觉如果尖的话，是不是走偏一段？但是那拐也尖的。对，但是拐的就结有点面子。我现在像一个白人拐的，加这个也是有可能，加一个也行。嗯。嗯。那你平时是都怎么训练？就来棋院，然后回家下棋吗？下棋。嗯，其实以下网棋为主。以网棋为主。嗯，对。你大概一天要下多少盘？以前下特别多，十来盘都有。现在，嗯，现在两三盘也就是两三三四盘。那为什么突然减少了这么多盘？啊，你不会说你年纪大了吧？啊，也没有啊，我、但是主要网上以前就是说有些人瘾特别大，现在瘾大的人不多了。啊，也是找不到跟你一起下的对。主要现在比较贪玩，比较喜欢在家玩游戏，就是玩玩游戏，下棋玩游戏。对对，我感觉玩游戏的时间比下棋的多，我是这样的啊。好吧，那你就是除了棋以外的业余爱好是玩游戏吗？对。还是有别的之类的？玩游戏。几乎没有，就玩。几乎没有，就玩游戏。啊，你玩什么呀？玩一些，就是那些微信游戏微信的那些游戏，微信那些。你不是天天抱一个手机的？对，就是抱个手机，然后就在刷你的那个分。在网电脑上玩什么单机的也，我不太喜欢有时候特别大的那种游戏，就是像他们打的那种，对吧？是吧？对，那种太费神啊，蛮休闲的。啊，那你那个就有点放松的感觉，你都是那种休闲小游戏。是，玩些智力游戏，就是物理这种的。那就是除了游戏之外的话，你比如说体育方面有没有去做一些体育锻炼啊之类的？少，非常少。革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得多去锻炼。我也想锻炼，但是实在不知道去哪，我主要太懒，我就懒了，这三年。那你们平时在国家队不会什么打打乒乓球、羽毛球啊之类的吗？我少。非常懒，非常懒。你这个得，对我有点问题，得改课一下。有问题。哎，那你现在是住棋院还是？住家，我跟我爸我妈一起住。啊，爸妈都来。对。平时就是从白棋，那个我那棋盘棋子全部上灰尘，全部灰。我觉得你爸妈不是管你挺严的吗？总他们现在比较松。是吧？现在。那看来你小的时候这个爱情，小的时候严吗？可能莫非你小的时候比较自觉？我可能我小的时候比较自觉。我看你不是一直出死活，或者说你对死活体上还是挺那什么？死活体现在也不怎么出，懒，知道一个字还是懒。然后就是小的时候，我觉得你做题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小的时候就是答案背特别熟，就是。我就记得有一次，我感觉我刚拿到题，过了应该三四分钟，我觉得我还在那吭哧一道题的时候，你都已经交卷了，我实在是不能接受。答案背熟，其实是我急那时候不可能还下过呢。我不知道。确实，我的答案背特别少。对，我就一直印象中，反正你在死活题，我们那时候做死活题考试。其实我不是我计算力强，就是那个答案背熟了，实际上没少。但是那也相当于你把题型的这个记在脑子里面，你总是以后再见到这个题型，总是有一些帮助。是。死活题也不错，我们一天在干嘛？浑浑噩噩的。现在也下了好几步，我们看一下，刚下了这个，刚说，太怪。他等于把变化就走掉了，然后。他这不惧这题，这个他确实也过。对，然后再补回来。先这样看起来好，先这样比我这个好，这是他怕你，他怕黑棋先出来。对，棋太少，这什么？你太谦虚了。对，这个太少，这棋下人很挺容易看的。嗯。拐过去，这个
就是现在这俩等于选手这下面几乎没有棋，但是这种有没有选手，有选手的话手对的硬难受。嗯，感觉白的木上有一点松，走一走就不一定了，每次觉得自己觉得谁不好的时候，他再走两个棋就不一定了。嗯，这是为什么呢？每次都觉得他本来不太好，但为什么走一会儿感觉就细了？功利了，就是。好像看你们下棋始终都会保持一个比较均衡的，就不太可能一方领先特别特别多。嗯。就比如说你如果刚开始便宜了一点以后，但是下一会儿好像也差不多。啊，你一松懈其实不一定了，稍微松一步其实你看不出来松的，其实也是松了，但是一松的松懈一定要神经紧绷住。就是点木有的时候点一点觉得自己盘面都好，怎么还在下去，然后走一会儿就输了。啊，所以这还也是跟判断的关系。是，给只要给对方木点特别少。这是你的，对，我的风格，这整个是我自己写四五目的是白棋。然后，如果对方是白棋呢？对方是白棋，这肯定不算目。好吧，但确实是差不少。所以我说他不活了，我说但是我在我这边肯定不敢杀，肯定有目。嗯，那白棋现在就得不活。客观说，对。有个压木啊，他也许先来一个，先来这个，肯定的，先来他就补一个嘛，先来，先来，围甲，啊，哎，你围甲在弄完了是吧？啊，对。采访一下感想怎么样？我说什么采访什么赢你的感想是吗？嗯，很高兴。好吧，我一般下棋就是觉得那种不好的棋赢了特别高兴，那种完胜其实没什么感觉的，就是你很享受逆转的快感，就是很想让他对方打一下然后我捡到了，然后看到他痛苦的表情我们就变态。这个牌用的挺好。那你也要自己素质很好啊，等得到对手的勺子。比较能捡，我想有两下棋就是把对方捡得特别没心运。然后你就得意了。对，然后我特别开心，对吧？那肯定。就是我捡完之后就放在上面围墙，就不要上。我们就是。好吧。我们是惨绝人寰。哎，那你有没有被就是捡过的？啊，被捡，被捡少是吗？少。看来你就是后半盘。对，我被捡是比较少，那个捡别人少还是多。那你说不公平啊！一般不是以人品论来讲，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主要我输棋就是那个捡别人的，因为我一开始输飞了，然后一开始死一块什么那种那种。对方也是。好吧，说输这种棋还是很伤的。嗯，对，是。嗯，现在。我翻译那个。我怎么突然觉得他们读秒读得挺慢的？他们是吧？我读的啥呢嘛？我也觉得，所以我第一次觉得60秒怎么过得这么慢，累不起。打人就这样。这样是自己下就觉得特别急。自己，我有一确实很少出秒。嗯，还是黑棋要把这个本提了，你要打我的话，嗯，为什么？要打了，要打我是吧？嗯，你粘。那我得粘。那我再打。就提了一个，不知道哪个品。你不见得。好像一失控，不一定。你有点亏，木有点。对啊，他这儿就打了。在那这儿打，他可能觉得这样厚是吗？有可能厚，他要。打不走，不急。打完捡这个好像。啊！我好像是我这个确实脑子还。这好棋。这点怎么办？漏了。怎么办？点。只能提。就说提呗。提啊！提，但是从上一道。是的。还要补一个。还走。
分就是这以后有一分。哎，这拱不好。拱啊，分插木。到我那还可以把石头平那插黑还行。啊，真好气。应该是这意思吧。那是白也没什么办法，看白不打也是。啊也。就是现在打也傻眼了，估计。打的时候棋有用没用一样的。对，打好。那单的时候他本来只能怎么补？可能也只有虎这种虎，哎虎，虎长怎么打？有点难受是呗。对，哎不对劲。虎了，对。对。那可能他只有单虎。单虎那大飞。但是大飞也差不多。大飞的尖子扳法还是很恶心。嗯。他可能。是没什么好办法。嗯，我这局子就很恶心，啊，那是黑已经起码是逆转了，我感觉这手，嗯，可以判断，如果就这样，这个可以，啊，实在是难以接受，晴天霹雳的感觉，嗯，对，这棋就是突然就，像差，然后跟我的节目差一千目，嗯。瞬间差那么多。嗯，你可以看一下，如果加成这样，算加黑子吧。加黑子。把那个粘上，我觉得。粘。粘。加了。再加一下。对。好像确实，这黑子厚了以后。对。太恶心了。这也不知道怎么点木，如果就先上黑子控的话，我就皮嘛，就是二十少了，就三十三十四。三六黑棋短五十三，那输多少多少？就这地方难为情。对，我没点目就。但你不会给白棋点目有点狠吧？这点目。哦，有可能我点目确实是不擅长，就白棋有两目，这就得白棋嘛。我怎么都感觉我这样怎么着？怎么你目也有吧？你目都不知道点。不点吗？这有点夸张，你提醒我完之后就觉得我不对。只能说这个确实，你要是白棋就算。起码五目吧。对，这应该是有三四五目，那四五目应该有五，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十五、十六、三十、十八、十九、十七、十八、十九，四个人没有。那五十多，那加黑先动手，我这里也挺减少。你说你加你，我都不知道怎么点了。是，可以好一点，这个你好。嗯。其实显然这地方确实便宜挺多，而且白棋好像这边，我觉得他这手棋，他等于落了个后手，花了手棋，他走到了什么这一块，感觉他还不见得有活个角，确实对，感觉不见得有活一个角。其实这都还好，就可能差不多，但是这个突然一个晴天霹雳，打击太大了，这个，如果是就是。其实很怕就是那个突然的丧失理智了，这其实还能稳住，其实差点有限，但是可能心情坏了，可能就会坏，经常就那种打个勺气也没什么，还能下，但是觉得自己不行了，还是在那拼命。嗯，然后肯定下的是比较过分，对对，然后对手抓住你的机会，你就疯了。是，经常就为什么一个勺接着一个勺，一个失误接着一个失误，突然冷静不下来。对对。这时候是不是应该冲动是魔鬼，去厕所洗把脸。对，老大，那老大，对啊。嗯。那张润应该是能冷静下来的，我估计他也就是。心理素质比较好。刚刚那个对比表是谁心理素质好？嗯，强烨好一点，可能他觉得小林觉得强烨也是没少经历过风雨的。啊，对。还没下是吧？我觉得应该是棋谱传的问题，怎么会？不知道。下，上一，不知道看的正不正？到底正吗？你看一眼。正可以，正，你一个挺正。
太轻。黑棋啊，黑棋就收官。啊，收官，赢了就赢了。确实是，这牌其实好像路有点差不少。确实，可是打击太大了。嗯。但是虎长，其实那确实也没办法。嗯，他好像本身也不太好。啊，那可能走完就是一定是黑棋领先。那就白棋这一串还是没搞东西。可能是。本来应该我觉得下完这盘还是白棋好。对，我觉得白棋还可以的，嗯，就走一串。还有人问你，你在一城下棋的时候，你是自己点目还是用神识判断？哦，我看棋友。什么？你看棋友的？对啊，经常有人被忽悠的，那理智就丧了哈。而且我当时刚好想开人家一下，这个大问题。你这个真的有被忽悠过吗？我经常被忽悠，还经常被我爸忽悠。我爸那个说我赢了，我就那个，你就赢了，然后我就开始那个说，那神识判断棋不准嘛，我知道，对对。然后那个就好棋输掉。其实那些差很多，其实差一点。嗯。那个稍微好一点啊，或者的，我就松一下，松两下，嗯、我就赢了嘛，松就赢。嗯。啊，输就经常被忽悠。明白，太有意思了。就看真的好棋输了，就很容易被忽悠。就是现在我稍微好点，经常把那个聊天窗口给关了。想一想。对。反正我也看人下聊天窗口，如果觉得对方棋一般的话，我就开起来看。你是觉得20秒太无聊了，还可以干点别的？怪癖，怪癖挺多的。嗯，挺有意思。这个让压你的人很心惊肉跳呀。对，这个双是不敢压了。嗯，看一下，这枪。嗯，那你算是比较有天赋的那种。啊，是吗？我不知道。只要你不是说你特别贪玩吗？那你只能有天赋嘞。那不是，确实有很，不知道，也能减少一点。但也是人品好，人品好，运气好。你看，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体现，一直运气到。我咋说？嗯。那你平时在国家队会摆摆棋什么的吗？就是一起的。那会大大一多分。你那摆摆棋是干嘛？就是摆棋去。那人摆棋是那个一所有人都在一起摆，还是一般分几个人几个人这样子的？也都有，都有是吧？有些人不愿意凑一窝，那就是自己摆。嗯、那我比较凑窝，比较想热闹的人。那你拍十秒吗？跟他们？嗯，拍，挺紧张的。过瘾。就经常像什么男双。啊，那确实有这个听说，我觉得挺有意思。下个十秒还要发个双打，旁边可以那个忽悠什么都可以，嗯、什么都来，反正什么张飞啊什么的，对对对，随便讲，就是两个人就是随便给自己随便出招，给对方出招，或者该是暗中嘛，说实话、嗯、说该你了，本来是该那个该假说该你，哎，不该你吗、嗯？经常忽悠成功，然后、嗯、对方就自己乱了，后来就越弄越乱。你们真是挺有意思。应该说在短暂的十秒钟不仅要想棋还要防止对手的张飞啊，对，那是你讲的本来想突然说一个那个有点像的地方，哇，那突然有可能就像那个人了，嗯，是容易被带起来，嗯，这个白确实是很苍白，嗯，空还输不少，这个段应该也不敢了，不行，我再看看，你再看一下，三十五，来，再给你一个证明自己判断力的机会，你再判断。你不会看我讲题了那些？啊？昨天不是看昨天讲题了？我看了呀。看、啊。那肯定得看，你讲题都有意思。每次感觉都欢乐多。欢乐多，大比欢乐多。哦。确实，大师还是全身输了。嗯。
然后写的被这种打死，我觉得很痛，因为木薯被捞掉了。嗯，他们好像韩国比我们可能对木薯更敏感，但是其实现在大家木薯也很敏感。是，但是他们感觉更敏感。哎呀，今天挺有意思的，我前两天去韩国一趟，所有的韩国骑手都以为下一个上场的是谭笑了。啊，我不是那时候也说以为是唐夏。对，大家都特别意外这一场是陈阳也上场。你很失望吗？啊，我没有要失望。主要是韩国人都这么觉得，我见到的每一个韩国人都觉得是。你不刚回来是吗？对啊。要立功，下雨了，我觉得下雨。嗯，这盘棋也非常大。啊，真的是差不多。嗯，你在看什么？我在看他后面好像结束。啊，参考一下。参考一下。那现在我觉得确实是，要么就棋谱的问题，要么就是怎么会这么慢？东阳怎么会一步棋能下这么？这局得硬硬下。那种不好走，确实是不好走。先那个，我觉得这是那个什么，这以后的。但是啊，马上嘛，他看着我，你走这边。那我快的会走吧。马上慢点。大家好还是立好？我马上立啊，就是。明天立吧，改成立。咱这差两目好像。立，我操，这白上白唱。这拐掉，因为很重要。你被拐，你说爬了，被爬了啊。拐掉，今天前面拐。然后哪个大？这样还正好粘到了小雷。啊，说不好，这样吹个实木皮还见得。哎，你这是在打点气势的节奏。按你的话说，就你什么都不行。是啊，我就不知道怎么赢的，就是回合走了。不知道，运气比较好，确实运气。嗯。三四五，那不算，十点七十分，十点二十。大家说你腰间是不是觉得有点心虚？啊，没事，就说你的，你不是一直在那转悠转悠转悠？我平时都想要转转转，我注意，我不转。啊，还年轻啊！年轻。嗯。那这局我觉得打的十分的不怎么样。看你跟另外的一位解说判断还差不上嘛？差不上，人家觉得胜负很难。还说是，我判断很差是挺对的，我判断是罪恶的，竟然会差个十分之差。那你下棋的时候怎么办呢？靠感觉，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唱歌还是？唱一首歌，跟着感觉走。哎，这上面白棋跳了一个。啊，跳也好。确实下了，下次可以靠住是吧？还是这个意思。嗯。这下次不可能会，起码多了一种。他现在也是加入，跟他一样。是的，就是张栋比较擅长，我已经关子并行方面确实是比他差一点。嗯。你跟范廷玉是不是完全两种风格的？范廷玉。不知道，有可能是这样的风格。没说棋，是说平时就是状态。啊、状态，他是什么状态，我都不知道。比较稳，感觉，或者是比较，一般吧，他给大家的印象是比较少年老成的感觉。那你看我，对我什么印象？反正你应该跟老成可能不沾。不沾边吧？那好吧。怎么看这个地方？确实也不老实。看，这是我。没想过这土鸡会被烤了，嗯。不知道是怎么收好。哎。你好像突然摆了好几步。啊。我白棋是想中间起一步。啊，对，但是很早一下，就成年了。嗯。行。好的。头类。头跟尖交换。尖方其实我知道他想拿，估计他是要下这里。啊。帮解是吗？对，我也相信他其实可能觉得不大好。威胁一下，他这个的局马上就是了。刚刚我们把那个图这地方插进，跟白棋插的，这插了。
也看了，这也不会算，你这是你不擅长吗？我感觉我你让我算这种我就真的感觉到你成功的把我们大家教导的往那个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就是这多少亩差了，应该十亩几，你觉得多少亩？两亩三亩？你是双方差十亩吧？对，十亩几，双方差十亩还差不多。你觉得差不多？十亩几是不到两块钱。嗯，然后这边刚刚是其实立到这儿，如果是按，这就还占用，怎么说？这个他这主要更跟着硬，他就跟着硬了，他其实走到了神马。那很嗨呀，这打一下，没事，这喝一下。他嗨完了吗？你这地方不已经喝了？嗨完了，再说跟着感觉走。这是马六山上，我怎么觉得这有可能先上？先上。你补上面是不是占的便宜？不中了，我就补上面，就这样。我上面能不能过把瘾？过把瘾，过好瘾没啥用。还好的，那没。好吧，就是我就说白石就要往中间走一过。啊，确实。哎，那走吧，你走吧，推进。但是这地方不是现在可以推进来的。确实是有点漏洞。都挤上了，这都是。我觉得白水真胜负，看来我的攀爬是有问题。看还是最强的。你不是挺好的吗？你不是判断白石刚刚如果不下点特殊手段就不好了。这是特殊手段，其实也不特殊，应该比普通收官还是特殊的。有，就是它很细腻，这种地方是很大。上面是不是衬肩啊？有关系吗？那没什么关系了，就是啊。你不是没火吗？这是。是有一句，那现在还是想为中间太算了。但是我突然觉得这有一句。对，你好像说的很有道理。先一个他只有团还是。只有团，你就听着断点的。那也没什么。也还好，但是反正就是。那也还好，这个没。先教。怎么得飞吧，总得飞。飞是怎么扛得住呢？还扛不住了。只有团。而且能不能什么上面。上面没事。没用。但你如果被飞进来，它中间能围出。他先飞了个这个。这下手贴确实也很幸福，是还打炮贴，把我的科学的口头禅都嗨出来。啊，这是得再贴，我晚上得贴，得贴这一分啊，中间也没什么东西，这个啊，它尖了一个，是尖这个。他是打僵了。你大点一点。黑棋目应该比较好点，比较固定。黑棋吧。那是我是吧？我简单。不是靠谱，你觉得啊是？那我也。你也点吧。你什么是点二十？我来点三十五十三。怎么还五十二是吗？你觉得是？我也觉得差不多。那我觉得你主要认同。原来是靠我的。啊，白起来。白起条，现在是不能输，现在主要是18。这里怎么算的？这场主要看，这是看 N 路是吧？对。就这条怎么被挤回去？这一二。这八，你这怎么？两目吧，就算两目吧。嗯。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八，十八目。嗯。20 19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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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你看你如果不算中间。三十。苍白。三十，这中间得为十五目。嗯，对，因为是贴六目半盘古鬼子，要为十五目才能啊。中间怎么样？为二十。嗯，二十目是不是二十目的话，那是多少目？是八十，二十，三十七，二十七。啊，怎么得说三十目呢？这是。
24局啊，那确实是断战有两幕差不多啊，是啊，我理解了，这一次中间15幕差不多，普通的30，它中间是对围出15幕，然后就是在黑棋不中间目的情况下围出15幕。那黑棋之前多少吗？黑棋53，53啊，那15幕不是也不够吗？啊，是。那得围20幕，确实得围20幕，那20幕不到一点，17、18，那太难了，他这个这哪能围那么多啊？算了，是。然后现在白棋有点，白棋就不走，白棋先粘上了。飞了一个，太狠了，飞了。我觉得他没必要。是，感觉就给他走了一下子。先这个，先一个哈。他是不是觉得先亏了？有可能，但我觉得他是跟着印。跟着印是吧？我们俩跟着印白给便宜，他心里肯定不肯的。好吧。但我现在不是怕他有事儿，有事儿我点。现在看你没有事儿了，没事肯定飞哈。是，那肯定。有没有问题啊？我能先手吞一点，好像也不太可能。上面先接你。接我吗？我也不会，接。接哪个好？就是我走一手上面，你应该是死的。啊，是走。对，然后就看你中间能不能做出一只眼。不费劲也应该没问题的。嗯，确实。先哪个？哎呀，麻烦。不会来我的。可能搬家。这壶反正不可能死。太薄了。这是主要黑棋，白棋太薄。那不出意外应该是黑影了，这确实是。没什么东西。黑影吧，也没什么。对。尽管上面局部是死的，但是现在黑棋头比较长。那如果说跟死活没关系，那白棋中间一旦围不出15幕，那形势肯定是对黑棋好。现在围个1000幕就不错了，我这是。嗯。上百。是。那基本上刚胜。嗯。是。轻松不费力了，这个。就是看着现在回头看这个这一串啊，把太枯燥了，就是没走到东西。这有一个重大的打击，噩耗。不过那从后来看，他这个好像就算不亏，其实也不见得乐观，是不见得乐观。嗯，这场是7、8、9、10、11、12。啊。我觉得黑的白黑的话挺有意思的。尖的时候再回去了，那跟他就直接回去。也不一定，他意思就便宜了一下，是吧？我以后走黑棋会好一点。没有，这是不是靠先手就拐过了？嗯，还要拐。就冲打拐什么的。嗯。有可能，但黑的可能你也不好围，这本身也不好围。对对。这个。但是，他从白色的软软，从古墓的不也应该点一下便宜了？嗯，但是他可能想。保留点东西，但是保留啥也不知道。对啊，因为这样的话，黑棋很有可能补完以后还要补一个。那些不可思议的变化。然后等于，对，就被黑棋白交换到这边。是捡到便宜，但是实际上以后如果转一下，啊，也还好，也差不多。嗯。但是捡到是肯定便宜的，对，他可能。但是捡到那个以后，当这个利也没啥用，但是便宜了，你是便宜。知道。你便宜了吗？嗯，这个黑白棋的苍白。嗯，是吧？现在应该后面黑棋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可以取得胜利。嗯，还是希望。对。直接不行，那就这围不上了。围不上，这应该落线。但本身你就围我这一切，你只要接下来怎么围，围不动。不知道怎么交代这边。嗯。这以后长一个选手。围中后就主要是怕自己特别薄一些，不好围。没了。所以白棋就等于先付出了接近10幕的代价。对，付出了。付出没有回报也。但我估计他可能本来也是觉得不好。是。
这是什么？装什么？哎呀，我这次去的时候忘了问一下那个 boss P 是谁。boss。啊 ，boss P 是谁 ？boss P 听见了很。听日记说那个好多人，好多人啊，集体的，都包括谁啊？这不一个院长，你也想看一下是？我看一下，老老是你的，好不是？嗯，哎，九七五，这是怎么为什么传的那么慢呢？要不要别吵了，不会吵了吧？不会吧？哎，你们昨天是跑得很快啊！哎，昨天是我昨天跑哪去了？啊，不是不是，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我跑哪去了？我记错了。嗯，那你就比如说你从席上，你有没有比较这个欣赏的记者，或者是你欣赏啊，就是或者你小的时候看谁的戏比较多呀、啊，对你棋风有影响啊之类的，有吗？不记得了，我不怎么白富好像。哎，你说这个让别人知道你身上的你的我不以前身上你这样印象中我有白富富吗？这个没有印象好吧，我是你没印象那我就没就没本没怎么白过富，我现在也不白富，晚上就随便浏览一下然后就关了好吧，你这一堆把我们都气死啊老板，你像人家三十亿。嗯。对，我看看十亿。哦，你跟老，你跟范廷玉还在网上下是吧？嗯，不下。啊、嗯，一般中国不是跟中国的下的少一点。是啊。不过现在韩国的明显少呀，感觉韩国都是稀有的。嗯、对，稀有，就他们特别，特别倔，不肯加就不可，那种邀请的不可。啊、嗯。不好申请了，这发短信什么的。那他们瘾没有我们大。嗯。我说他们是奇瘾没有我们大。啊，奇瘾是。嗯。哎。其实我不用不用你摆棋，只要摆棋，摆完摆棋的时候特别想睡觉。就是边摆棋边想睡觉啊，就特别就是摆棋的时候就会就是倒在地上躺倒睡着呢。困意袭来，对，因为感觉干一些无聊的事情就是什么会特别想睡。那你出什么题的时候就不会了？出什么题然后也会出反响也会，但是那个一旦玩什么游戏就突然特别兴奋，打鸡血一样。好吧。人瞬间不困了。嗯、哎。但是这个啊还是好点。啊，这怎么太多赢了还行？嗯。这没什么，我还没什么悬念。啊，我又开始转了。没有，主要是你刚说完这句话以后，我看到一句还是很细的，这句还不好说。是吧？我觉得我就是来是出飞了。要不再写一句？啊，怎么这几句话来着？啊，没成。怎么还贴的？还贴贴。那个啊。贴是个塔一个是吧？哎，那怎么贴到了？贴是吃，如果不爬这是什么呀？嗯。你来看一眼。就是挡一个太大了是吗？挡一个我都不会弹幕的。挡一个就白棋一目。挡一个。黑棋就三目吧。对。然后爬一个。不是挡黑棋是你按着硬的翻呀。啊，那个那黑棋肯定不会赢，黑棋肯定补在这里。不一定，确实。啊，那那硬太大了，那就不是先手了。那先手那跟这个也没关系啊，就是白棋三挡左门挡。那你这么说也对啊，你一个棋。是我的问题太多。不，我说错了。啊、那个，是啊，不过他可能觉得是气景有可能有点关系。我也不，棋太臭，不知道怎么理解。啊，这房子有一翻，对，那个，对，有一翻来了，就是翻了扑，这好像对，这有一翻，翻可能是气有点紧的关系可能。那就是本身这个档就很大。对，那就他如果单档啊，就拐一下可能就那什么了。拐这个子孙都断不掉，只有起来这里断。也是啊，也可以断，但是很难受。嗯，但我如果挤在那断，啊，挤在那不行，就出来了。这边挡，这边挡，这里也得爬。哎呀，这官子，哎呀，怎么办？可以。嗯。再挤一下，什么挤了一下，打僵了，什么窗都堵鸟了。
肯定读秒了，上家现在。是差一分。你可以再点一点。啊。反正。头大。十五嘛，三十又不点，三十二十二十三十五十十一。这么久算不算呀？四十二我就想，三十六四十三十九五十五六，哇，我三五四五十五五十五五十五十六，嗯。嗯，五十六，五十六，五十六，七八十十九，二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九，五十六。我怎么就把还是出来了？你点多少目吧，你先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点点含糊不清了，我说我不要找我了，但是我觉得在我印象中好像刚才点完目好像就觉得白点还不够了，嗯，十多目啊，这块多少目吧，这块你能点了好几遍了，那个四十一点数九个十八个再点一个这两个十十二，我这么就不知道纠结的这里是要不要算，应该算了，嗯，算了十三三十四十八三十五二十七二七十五四十二十二，好，是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五十五十五十五五十五吧，差不多五十五，但是还是十八，没有动过，就这样，十八十八二十，嗯，那个再又少进了，刚才上面讲的三目四目四目四目是不是算多了吗？差不多四目哈四五六七八九十二十三十。但是这个差不多多少吗？要不要二十吗？啊，差不多这么算，我都点的对吗？差不多，嗯，然后中间怎么为二十？就是撞，行，不大行就行。你这是掉一坨是吧？那个再说了，第几？我先断的。我断的，不要这么职业。嗯，这职业吗？哎呀，这就是。你还敢走进去？啊，好了，你这不要了是吧？都忘了自己这应该什么样。嗯。不行，好像这怎么漏洞了，漏洞百出，但是你不好掌握。我骗你，你算啥？你看，像你班里，我不行，我不行。那这封不住我就行，好像还是不行吧。嗯。啊，实战大戏就是使出什么一套，应该胜负就在此了。那围可能是围不出那么大。啊，我往这样这样听了。对，我刚好看过一组。这不就搬吗？这不行吗？我们白棋只能长，白棋。长啊，围长是吧？长有什么用呢？其实我们想知道有什么用。啊。哎，长，我。这是什么样的？其实我这走哪都行。嗯。这我就熟力。这不是不行了已经，这不是就有团练，这不急死了。啊、那你试一下干嘛呢？哎，不行，这样再撑再稳。嗯。什么意思？实战。哎。短时间变成这样了。实战期啊，实战也是。但那也不行吧，这张是真手。不是不是，这出事了，黑的。哦、啊我这上都有误。这样的话，你去看我贴这个，他其实贴不着，好像就是断。我吃不下去。就帮助了。就帮助了是吧？啊，那现在好像帮助了，什么都没。我瞬间了。帮助涨了多少亩？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围棋太难了。人家说赢一盘棋太难。围棋太难就行。好吧，我赢完这事也不容易，我要不要铺一下？你铺吧，铺吧。过完一天，万一有一天，你可以点上去。那浪费时间，我说实话还是浪费时间。这好像怎么成帮助了？撑住了，好吧。这是多少亩？六七八十十二三四十五六七八九十二十四二十五了。这你转一下也行啊，但可以立。哎呀，我这关子有点放弃。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这啥意思？不，这两目没了。啊，哎，没有，我是怎么算的？二十六、二十八。啊，你这一目吧。啊，二十六、二十八、三十六、二十七、四十二目。嗯，可以看一下这地方怎么穿。五十多目来。
看效果的时候就试一下，但是当时啊想想三千多双鱼这还输了，好像我是三应该还是十五八十九二十都加上四十六十五五六十六十现在六十五这不一定是好像还是四十是吧，你点一下我那个不是很准，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三十四十六这样我想把这三十二十二二二二三三十三十九十六这地方怎么点啊？对，我就是这个节目就是。你点的是多少？我不知道怎么点的，我是可能一二三四，可能是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五三十二点二十二三五六七八三三四十六十七十十六十七十五十五一哎五二五三我点五十三。我刚给五啊，那也差不多。差不多，这你算了，我算。哦，我没算这个。我来基本上单台，那差不多。那还是，这是三幕吧？十八。十八。这有一幕。差不多。十九，十九差不多，十九二十二，对，这三。但你这三幕的话，你这基本上就不好意思。那为什么不好意思？我说我这是不好意思。不好点。那这儿有。二十二一二三，这三幕吧。嗯。二三四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十四。不能算了，三十三、三十三、三十三、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三十、五十、五十、五十、八十、六十。六十的话，你这样如果按白就这差一点，这搬砖的话差一点。啊。啊，那就五十九，五十九还弱一点。五十九弱一点。对。白棋刚刚是五十三，是吧？对，六六。这棋是跟这棋了，应该黑棋。对对对。哦，这下一局好像太失败了，这个飞可能有点问题。我们可以稍微看一眼，刚刚这个时候还是没有别的下法。这是精彩的一场。主要本来我们以为胜利军人了，就摆的特别潇洒，聊得很高兴。你简单的这次我挤掉这场就行。啊，挤掉也可以，很简单。对，我挤了。我觉得是。然后再刻字上。啊。这里还能有什么？这个好像应该是得见面啊，不过他这个白粉要拼给你拼了，他你就挤不到啊，对啊，就这儿有一点，对，他有变数，他有变数，那还怎么变数？这可能我就不飞，可能轻一点点，这个啊，确实他有点追求，对，这就差，明显的飞，那这明显目数差多了，我就算往里乘。哦，是吧？我尝是不是有点消极？那确实也趴走。哦，就尝吧，无所谓。尝一个。有点消极。尝应该可以消极，我还靠了。哎，我跳。跳啊！靠什么东西？哎，这我是不是可以把你骂死了？骂不死，反正山西大哥没理。真，你那么靠这个？啊，再来尝啊！行，算，那就这样来靠一个。项目应该从比刚刚但你不能挖江的，应该只有退江的吧，这好像搬进去了，江的再搬进去，但你退的话我在退的话好像也是很难受，是十二十四十五，但是黑棋跟刚刚那个图纸最多差三目，而且黑棋现在有可能他不明显没有三目，就沾完之后那我还能挤你的，是没三目，那白棋最起码差肯定不止，刚刚白棋一二三四五目棋六目之上，差飞三分目，嗯，差不多飞三分多，但是这样肯定赢了，嗯，因为现在是四棋嘛，现在是四的对，看来想赢一盘棋太难了，是很不容易。有人问 CCTV 棋是谁，你知道吗 ？CCTV。不强吧，应该我觉得。我知道是谁，主要有人问是不是金志熙。不敢吧，不敢。肯定没那么强。谁呀、啊？你说。那个是一个女棋手。哇、哦。真的，韩国的一个。我觉得不强的，女棋手。啊、嗯，我觉得应该，我觉得女棋手能下那么好，应该他也不错。我觉得他那也不是赢过谁吗？赢过龙胆和。是啊。和范廷宇。虽然我巨崇拜。是谁？你说，那说清楚点。那个。你可以猜一下吗？比较小，比较小，比我小，比你还小，
有那么惊讶吗？我这么老。你老吗？我看看你挺年轻的。谢谢。他跟小鱼谁的？不认识。你跟鱼跟谁的？这个问题，小鱼是不是想掐死你？我抱还可以的，崔金，对，崔金大家还是聪明。崔金啊。嗯。然后我这次正好。崔金确实挺厉害的。嗯。然后这次去的时候，他们主动跟我说：“你知道崔金是谁吗？”然后就跟我扯。某个行业就是没人缘，就是一句不讲，真的是，真的一句不跟我讲。那是因为他跟你说你听不懂呀。啊，是，你记着呢，你发言。哦，对对对，我也忘了你什么职业。我的职业是海。我认真是，是著名的，特别著名。就那么著名。海军，好的。我觉得现在这个棋，我们可以回到棋上，但官司好像。不是很擅长，但是也白了。对，这段肯定是有的地方，他错了，没有。像这个地方，这是怎么定性比较好？靠一个。但第一感觉是，一般第一感觉都对的。对。但是就是，而且还有就是，你把这装好了以后，这个结对就说嘛，就说也不是很好说。往下集结了，他现在是整个位置。其实这顶是顺手接盘的。这种劫很有意思，就是谁都不敢开，然后但是就要打这个劫，希望谁比谁信任安心。嗯，我好像黑底劫多，现在这一二三四五五六枚七枚八枚，你说是黑劫多吗？三枚四枚六枚七枚八枚，刚刚劫都差不多，挺那个什么。嗯，劫很大。来吃一下，应该会找什么节呢？找一个不损的。找一个不损是吗？这是顶吗？这好像基本都不损在这里了，白的也没损，黑的也没损，黑的不能冲就亏了，那个亏。那不行，白看的。但是先找，但他这里也不能，这也不好找，他不能找这种节，他这里找可以。这段啊，打完段这节。应该是吧，但是两枚啊。两枚最好，三枚。这点好不好？对，不知道，可能还是点好点。嗯，有这可能性，七伤拳的可能性。点也很伤，也无所谓，一样的出去，这打印也是点，一枚两枚三枚四枚，四枚转完就五枚。那白是可以。五枚这打是会损的，觉得，也不一定啊，不见得损吧？这次他们本身要打印。五枚。六枚冲上去啊！嗯，白色不打折了是吗？白走哪？白色把上面靠了。他直接赢。啊？我说我随口一说。我知道，但是我主要觉得白色就是得，白色是不是觉得自己顺势走？这个他要比战了。但顺势走完，他们又分又要打折。是啊，就是被捅难受，就什么，他走了也管了。那个冲怎么不合干系啊？鸟叔屁是谁啊？鸟叔是那个小便变相衣啊，胖挺好看的。哎，但是有一个那个数字还是什么，是不是也是他？我记得他啊，那个数字就是，反正我记得我印象中的他是另外一个号。哎，叫什么来着？他还什么号？这个 IOE 是吧？啊，应该是这个，我可能知道的是这个。对，应该是。早他们都不怎么下呀。对，他不是非常厉害的。不，我是说有些棋手他们都不下。啊，这果然冲了，这会难搬难受死的。这是搬的时候肯定得断上来的。是吗？但是你不断上来，可能还真不见得断得上。太火爆，这冲什么节都上了。可是。我如果不暂停，我也太能练走了，我被你踢成这样了。我们往这靠一个，是他们。我主要刚刚数劫还没搞清黑棋怎么找劫呢，黑棋这儿也没。
然后对一枚两枚三枚四枚就五枚六枚、嗯、三三三六枚那个其他应该不用算六枚、嗯、还是一二三四五嗯然后六这那我这口偏一些吧啊我三枚了四枚五哦、打不过你四枚五枚然后一枚两枚三枚四枚对四枚五枚对吧这冲一个确实那打不过了、那个、这个不是结是吧现在不是结原来嗯对我就说原来的时候我不理解刚刚白痴为什么不打结呢你说你要如果你要走你先拐也可以先拐的话你其实我还得打上去吗我觉得他就觉得是个大的这个大在哪？这有打十这个大吗？这是力这个大吗？不知道打起之后怎么想的？不能理解，不能理解，对，实在是理解不了，没考虑。这个。我这挡着我只有上就是白棋那个我们先点一下如果忍住怎么样对现在感觉如果这样白棋还赢了的话我刚刚那个点了就觉得点手怎么有的一个办法没看清是团队打一下这现在是不是这个打团队打应该这个打然后出的这下顶一下很多碰上这样哎也没逼没逼没逼一样的不愧当然不愧但是没钱这黑的是应该黑的团一下便宜不便宜啊不走是应该团那个就不走不知道反正打到一下肯定团下去可以先按这个点一下可以算白打掉吗这个一样的反正都是这个白棋很伤四三四四十六十七十八十六十三十九二十就别慢了三五十五二五四我点白叫五十四差不多我也点五十看来暴露了一个大词十五十十八十九二十二十四二五二六二七三十四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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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然后你的这个天幕呢有十八我觉得不止这个我这边还富裕了一点啊那是那很厉害这个我觉得要忍应该懂哦白痴白痴没打立了这个那白痴这块真难他就是觉得这个靠大是吧有可能靠的啊这是厉害这是比有可能比这大没有大的再重新点刚刚那确实不止这个题目这个题目还继续赢不止这个题目是那这地方怎么说好嘞还应该是最强的这次白棋赢的不白棋退的白棋退一个它是一样的你挡冲拱住是一样的是就难受吧难受反正难受就这是一三那个有啊那个差不多一三少看也没关系吧如果再走到了就挺大了是差不多也差不多好像是一样的就是劫财上是不是劫财上有什么有趣就差没劫是一百万这个没什么意思说到白棋为什么不打劫奇怪是不是奇怪是奇怪这得沾了这个沾得了我沾一个三个是勾打算还有点面子打一个这个出手量这个看不见白棋起了搬家好了这应该最大了这搬好看看这几手哪个这几是哪个大这手有价值吗这手啊我挡住有目吗我这能找一个是不是挤着好我挤掉了我就成了然后把这拱住
算我跟你说点紧，我也觉得紧，我觉得我这样收钱。那你不那么收，你是怎么收？我也没什么意思，我说这台账上我也不亏啊，我跟你讲，嗯，我家不亏，我这不是涨一亩，我也那啥呀，一亩一亩，我应该怎么说？应该差不多，嗯。那点个目，刘海转一转，情不自禁。哎，多扯多动症。哎，不对啊，他是没忘了啊？你有吗？哎，有吗？你有忘了？我没注意之前。那什么利益已经沾了？啊，利益沾不回事，那不是？那确实是。不，那这个虎有多大？那虎白眼睛也大，对，也高啊。重新算一下，这个一直摆太高兴了，没注意我。我也是。哇塞，那这个虎是怎么吃？已经沾上了呀。啊，啊你，哎对，沾上等于就要被扑了一次。那肯定不是，那不肯定是便宜，人全跑了，那就是，那就是，这俩可便宜，嗯，这这样交换吗？就等于这样跟他交换一下啊？那不是还得提上呗？是吗？那怎么突然就差那么多？那先立这个，立这个是四亩，4亩锤，应该这个还没走，这么最大啊？白棋这也后手，还会去吃吗？不吃吧。不吃走哪？这跟走点这个饭很像，看着难受。嗯。那这里有什么李木琴？就感觉谁走都没啥意思，还好。我最后我觉得应该写两木带的，就比那个两木单单。确定吗？这怎么收的？煎这个啊，煎这个很好，哎，也不脆。我不知道。嗯，跟这个好像没什么便宜，这长还是一样，那就冲我先把冲一个。那现在冲了不是？你给点一下木。冲然后还怎么上？再吃。跳一个。跳一个正常。嗯，然后把其煎一个过。煎好还是冲？啊，我点不到这下，那没事，冲不能上。啊，好吧。再冲过啊，冲过还有点价值，再差一点。对，再差一点。我感觉我说挺错的，我觉得说的奇怪，但是是有点奇怪。可以先这么点一下，点木。这玩意儿，我怎么就白困了？哎，就先不走吧，直接点好了。这还是17嘛，再没有变化。啊，2020。1234567891011112345154，我点56。哦，56亩多可能。哦，我怎么点不是56？那你可能你这个啊，那四二十，那你得11234415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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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五，我可能中国发点五十五八不止。对啊，我就觉得五十六是什么？我要点墓，实在选择出神的话，墓。好吧，然后还几还几？五十八啊，哦，是，三十六，三十六，二十二，七八九十，这这十八，两两三三二两三八九三十六六十四五十五六七八。哎，怎么我怎么觉得刚刚白棋为什么已经五十八步了？怎么打进去了？看谁呀？嗯。哎。啊。就是这个是先生吧？还是得意？打进去了。啊。这样便宜了是吧？我打走，打吃，打吃，打吃，便宜了，这样说。这样，这样可以算一下。普通话单位上是，是普通话是这样的。嗯。局部是一二三四五六。六亩。七亩。嗯，七亩。然后你实战先吃走走，对，吃走先走啊。你画一手棋以后，你顶一下，我这是五目嘛，对，五目，然后下面还差一六目，六目。那你画手棋，你走了一个，走了破了一目，是一目。一可能啊，跟有点关系。但是一真的有意义吗？不是。
对，我经常顶住有东西，没有意义啊。二五顶住就这样。哎，那我举了，我就举了杆子的时候，举了反腿会先撑。啊，那什么意思？就是这不是自杀吗？对，我主要是觉得白棋为什么只有58目了？那这个太大了。那我差比如一二三四五差不多，五当然一二三四五六这两个估计没点，那是差点辛苦。哎，关子确实是硬伤。嗯。我不知道是我网掉了还是怎么？没有，我好像是我也不动，好像出故障了。是吧？嗯，我刚才我那个我发飞一下。我发这个短信，说我故障。嗯。好像是有点短信。我就说怎么聊天室10分钟没有动过，不知道什么情况。刚刚不会崩溃了。哦，这个棋不会这么精彩，就是一看是官子，一回头又半目生死，太精彩了。在这里，在这里。啊，真的，白棋就这么说吗？白棋说。我怎么觉得这棋有种不祥的预感？哇，这白这黑这个五分，那你这么算上，这不是亏了吗？帮我再理一遍哈，我现在是5目对吧？嗯。你刚才是5对，对吧？5目，然后是差1目，6目，然后你刚刚盘我一下，走我一下，1、2、3、4、5、6、7，不就那怎么看你他？那这不是4目棋吗？那不是亏了吗？他是不是有点慌了？打乱了的。那现在好了没有？修好了？不，我就说平安夜这步打进去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问一下，现在能不能动？现在好像可以动。现在啊，我你觉得还可以跟大家现场沟通一下？对。嗯，好像刚刚确实是服务器出现了一点问题。啊，我在点，我怎么觉得现在这棋不乐观了？感觉很。我觉得要输。我也这样输。我刚刚点白棋怎么那么多目了？已经。起来就。白棋就搬呗，搬这样的。这是不，这打下。那无所谓，我们点目嘛，就按这个点就是。这还是18目，你说。可以放到这好大目，3、4、5、6。这是白身体的。对，白一二三。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七八九二十七八九三十目。嗯。十七八九二十，三十目，30目。确认好几遍，我的天赋。四十二，加上这18，54，55，56，57，58，59，60，这不能点那么多呀，是不是以后还有可能？啊，不，我们放61，然后这地方应该有个半目。62，差不多62，你可能没有，我觉得可能没有。嗯，那也差不多了。62，可是我刚刚点白棋58了。你这咱不是上将了已经。10、12、14、16，这17没有问题，然后加上这19。啊、对。然后20、19、20，我那先把这30。3、3、3、3、3、3、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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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好吧，152，那不盘四吗？对啊，这已经漏了呀。哎，但是我们还是不行，好像能行吗？啊？我现在对我的节目白胜蛋的，我还没吃结果，但是有人说白胜蛋。这个问题，起码能动吗？我感觉动不了，我这怎么已经死的了？嗯，好像我也死了。好像还有，我说不能。
能说花了我。时候赶快。导播能不能告诉我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嗯，好像现在好了。好了。嗯，似乎好。啊，似乎是好。黑屏是吧？嗯。不知道发现什么，刚刚一直讲。对，主要我们俩一直在点录。那我，哎，我这里好像有点刷新。嗯。我怎么觉得要漏？那再好好的点一点。那咱先立一个便宜是吗？好了，好了，行，都好了。咱先立一个便宜。立一个，嗯，立自己看的，就是那个装一下，便宜的，便宜的那个结账。好的，大家就是。那他是太可惜了，那就是他输在哪儿了？那你说这个节就那看来还是刚刚判断的很到位，就是把节让给你，把这个收了就赢了。啊，还质疑他呢？质疑他？不，主要我们一直没注意啊，我们一直以为是你。这应该是这个亏还是亏下多？我觉得这个这不亏全围住的大钱。嗯，我感觉走好可能能差五个字，差不多。你这个亏太多了，点的太可惜了。哎，输的太可惜。嗯，我太能晃了，我其实晃出问题。这是多动症。哎，那你不会下去？你下去的时候怎么办？但是我下去的时候不动。啊，下去的时候就忍住了。其实就是那个什么，就是。跟椅子有啊，跟椅子满足了你这个，对，能站椅子我就疯狂的站，就是比如说那种，办理什么银行那些、啊、对对对那种地方，我就转啊，拼命的转啊转啊转。到了。还好我们那个下棋的椅子不能转，要不就对，下棋椅子的我就疯狂的转，你就疯狂。确实，嗯，好像总不够了已经。我们再收一点，看看，太可惜了。但是如果这盘棋输了的话，我觉得中国队压力就非常大了，太大了。但是从没想过会输的局。嗯，这还可以，这确实是提前。那你说人家判断确实很精准。对对。我们都以为他为什么判断？就是他观的很强。嗯。这是个厉害。我们黑棋也没办法，黑棋这一冲还是大。规划经济独立了，哎。没注意。那黑棋，保护往回摆吧，这是很有意思。这不打这个赢不赢，我也没看。这是打不亏了吗？就我感觉亏一目多。这个单是次目的。对。那次目这个不是等于一个后一吗？对，是等于后一。啊，然后拐一下什么意思？拐一下也损，你不是你本来打不着了。那他这个拐是为了才能打进来，要不然打不进来。是，如果就突然收手的话，就是那。但是打进来不是亏了吗？然后我再点一点，是团吧，团一下走一下七目，然后我现在是五目。现在五目，这就差六目，六目，这差七目。对，这次就是差一目嘛，等于收了一个后手一目。对，收一后一，那确实这可以。这他等于跟白棋交换了一下这个四目，不可思议啊！哦、不过那个不能加完，我还剩下差好多目，那个加上。嗯，我一直点白棋不是534、534、534，那怎么突然58了一下？嗯，对，是，对，确实是。现在应该我就差不多，我们可以再看一下。15、16、18、19、20、21、22、23、24、26。嗯，这是这么算的。就两目冲掉。嗯，这有半目，那就没有半目，就再冲一下，怎么样？26，行了，这是30目。嗯，30、26、56，然后62，下一次这16，然后12、13、14、15、16、17、20，嗯，20，嗯，15、6、6、26，是的，42，嗯，44，是不是17、18、19、50、15、16、18，收。
五十八六十二盘次。啊，输这么多这是。嗯。就是我判断太准了，他中间都好像是稍好一点，也就也没好多少，那个那个挺稳。这还是最后关子肯定有问题，我觉得这个吃。啊、嗯，吃也亏一目，亏一目多。应该不止一目。啊，一目多可能是，那个中央，中央决赛也差，这个这局部还差，一目多。啊、太可惜了这盘棋。主要我们当时看这个中间怎么也不可能得出二十五，中间怎么也不可能啊！现在清风尾啊什么的，他就吃的是二十多了，二五六了，然后来着。嗯。是二十六了，实在是差太多了。这是确实不是对的，很可惜的一局。嗯，但现在应该是没胜负了。对，确实是，太可惜了。但确实可能韩国棋手的这个后状态还是挺强的，好像是普遍后来是有点韧性。嗯，经常是感觉他好挺多失误的地方，前面就有疑问的地方，但是他最后确实能帮助。这个点是不是有行？点了一炮是吧？点一目。那这能不能查出点胜负？这白字怎么印啊？白字挖针。挖针。你说你是搬家做一吗？有可能，有可能。他这真胜有可能，听，但是这我们原来点盘四，现在盘五，盘五再帮一下。帮盘六，然后再黑走黑这个赢了，我们帮了这一幕，但是还不好帮啊，这个。主要是白字气不是特别紧。你要是按那个木说完，对，你按那时候写的写，是不是？是不是还有的那个搞一搞，也不是，瞧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应该是最后的胜负。最后完了，没注意，那白棋是没注意。对，这是白棋可以不冲这一下，就是实在是冲到这样的，他不冲，但不冲这几下，这地方稍微差一点。就那这个逆二了，是逆二，这打一个的话就冲这个，第三，啊，不很正。但是这儿，走花，这是棋差一目。这个差两目，就差一目，但一目啊也差不多啊，那是啊，那确实是对，那不这样白也行赢了，我这样也就盘五六五目这个五六目的六目这个，那白棋实战先冲了这个，直接冲了一下，那我们只能期待这个最后早上能不能有一些胜算。但是其实我们说错了，哎，白棋不可能往哎，不能冲上这一下，应该是我这不能是不是差半目，差半目啊，对，但他是不会走的，有可能不走。我刚刚没注意跟钱有关系。对，我有没注意。嗯，现在白棋，我们刚说完白棋就冲掉了。那我很高兴，希望这个地方能够快速胜负。这个表赢了，这你还白，还浪费劫财。对，白棋肯定是打尖，我觉得。白有哪个？提了一个。提了一个，断了一个，啊、这不又能便宜吗？啊，没有便宜。一样的。啊，不对，不一样，这便宜一目，这本来后手。啊，那也便宜，我这不会赢了。那太不对，那确实是已经好，肯定稳稳便宜一目了。现在你吃这个的话，这个。我的，再贴，但我还是不，我不能贴。如果那就比如说，啊，你这个可以撑住。哎，不一定，我第三。尝一下，我再尝一下，你接着切。对，感觉，但是我觉得黑棋光这一目不够，他肯定还要再把角上碰回去。对，这样是不是前一目？嗯。那毕竟这个是不是局部已经亏一目了？啊，有可能亏一目这种。啊。还在下面，不过白棋导致还没把这个损掉，白棋要把这损掉，棋就真的是。就损掉，跟那个有关系吗？没关系，我如果都包走，我主要现在是你是要拖单家去的是吧？不知道。但是其实我你这个心里看着你那张是不损。嗯嗯。现在主要我觉得胜负就是在脚上。啊、嗯。脚上是。我看我要停下这个脚，啊，他也是挖针，是这挖针，还点应该不行的，应该是这干啥？单。这都必然啊，这有一步，那确实，没啥时间。
可能三十岁上路就希望于这个最后好像欢迎老下棋子啊手老走这有差一点说你听啊这有差一点啊他其实好像白也挺松的这种我们那个点不见那个棋还不见得来我兴奋啊不其实白棋那个把这个单上是肯定的是最多反应嗯但我很高兴出现那样的对这什么都冲掉了出事了只要我刚试完这行不能冲然后他就看出了嫌疑人好的那我预言他就有戏我以为他肯定会出这个戏因为这个太阴气了黑棋怎么粘了一个白棋有没有可能但白棋不可能博白对死也不能博人不他本身就是别人的捕手棋是但是就是说嘛就如果我现在局面上没眉目的话对眉目眉目是谁要下捕虽然得顶再点一下点目这下还没走什么时候打碎应该是可以了嗯转念这次太细了我也没其实没什么用我真的挺累可能没什么用我们看一下吧就是点一下以后好我这边也点一下咱这次还不想出我突然很感觉为什么不能出这反正是有点多哦它这个那种结是吧对你看嗯啊谢谢这种就算走成那样走成那样吧就算这你这爵士还的太多了他这地方不是那种锦旗他是 N 的爵士、嗯、等于你得对粘一下对啊不打已经已经死了这些种白的另一个粘着啊我这计算确实嗯等于这个粘白棋算提劫嘛他就得提过来、啊、白棋就自己粘就行对自己干一些我再继续干一些但是这个劫材需要的太多了是吗啊对这太可惜了那还不行这就是拿一下这个明星队的下肢也是比较快啊所以偶然性也比较大偶然比较大其实这些局部本来就有那个什么耳鼻定还是掐一下就说加这个加上打吃然后如果是粘上的话那是它是有可能会出事嗯也有可能会、嗯、如果你打着这样的话那样的话这个打吃不是这个本是这样的再差一点嗯现在黑棋先打估计也都打僵对他也没看清木可能木应该点清了吧他应该然后再点一点我太乌龙了十四十五十四十八十九嗯二十对十五十六十七十八点头再点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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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方是这样，这有可能差半目，嗯，半目就差一目。那这样十七，这地方白棋还是得补一个，是吧？白棋总得补一个。十七，二十二十五六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四十四十三十八十九五十五六五十七五十七，三五十四。那六三不是盘六吗？是。啊但是就这地方已经给他扣回去一步这本来就是对对对对对这样的嘛就等于是如果没有这个拼的话这盘六该黑棋手我这五没算的我听半句上嗯但是就该黑棋手嗯应该黑棋手可以翻
但是，哦，其实我们是比较，我们点多少这个？嗯，蛮难一点，就还是要输。但很有可能，我觉得又是悲剧的半目。是有可能是判目。那太倒霉了，江东润连赢我们半目，确实是。确实是。而且江东润赢范廷钰那盘棋实在是有点夸张。对，我是。那棋怎么会输的？那估计是发了满气，那是很痛很舒服，太痛，心痛，心如掏脚。后来就是三平来回，其实怀疑有可能打啥，就是有可能出事，那就是你很老了。然后我肯定是希望他打啥，但是就差这一个地方没走了。主要是我打这上你往这站上去你就完了嘛，你就不出了啥。嗯，不会，咱应该不打扯扯，应该看见这棋出棋。啊，现在只能继续让你再次犯错。不犯错，不犯错是很难受。但是又赢半目确实很难受。嗯，我能被挤出去。你用的是谁的账号？不知道。嗯，有人说把现在五个换成你的。啊，没事，把今年的阵容换成你们九五号的。哦，我可能再送一个。嗯，今年。真是，这摆的就看差不多，现在白先生两个。白是拐了一个，然后是把那打掉。拐打掉的。嗯，这好像没什么变。嗯，这是两目，这两目。嗯，这走掉了。哦，这俩可以看到结合。对，但第一个好，嗯，可以结合。然后这个跟这个。可以把它再去一了。嗯，对，我翻案了，我当然以为。哎，他其实现在可以冲这个两张。真的不粘，是这样的，然后这样。举一个，然后不把手指，然后那个第二个，会发现把这哎啊，我打这个，我来拆，跟，啊就把这个怎么粘上，粘，还把那个结打赢，如果这盘黑赢嘛，对，我们可以看，如果这盘黑赢，黑赢那叫不犯目，哎，第一还在粘一个人，那是生的，这我能啊一样，一样，这是十五。十六、十七、十二、十六、二十二、一、二、三、三、五、三、八、九、三、十、三、六、三、七、幺、三、九、四、十、三、二、三、四、九、六、我相信你错了不点。55，相信我才算55，我记得，我怎么点成55？哎，怎么55呢？15，十六、十七、十二、十六、二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十、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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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呗，啊，还起来。这是18、18、20、25、26，这个30、48、50、56、56、62、62、55，我不是排七吗？你在干嘛呢？哎呀，我这个头疼。这30没有变。30，3、48。48。有55、56、78、56、62、62。62。啊，看白了。那这个趁近十五嘛，那七八就十五啊，十六、十七、十八、十二、十二、十五、二十二、三十、三十六、三六、三七，这是谁少一个？三七、三八、四十二、三十九、三十八、四十五、六十一、55啊。那就是这节还是不白是不给的，然后就是决定胜负了。哎，我解了吗？我们解盘四，你怎么解了？哦，白是这个。这一幕是多大？我为什么在那？那你走哪？你不啊一样的，你不走这个，你就走那，这些大还好。那这个啥的，不知道问题，我花了两手气，我才破了你这一个，我有这个答吗？说，我说，那你要这样看，等一下，我这样的时候，我肯定要收这个呀。没掉，他就这样。我肯定应该收这个呀，我收这个比收这个，我可以收这个。那我还得收这个。我说你这样。哦，是一样的是吗？但我这不是拆半吗？没拆半吗？啊。那就是一样，我以为这只有半目。那你还是肯定冲劲最大。那还是这个。哎，那发现我们这样一模一样。啊，那还要赢了？怎么？哎，那如果王浩然也得白棋半目。这个王浩然不觉得靠谱。
是什么呀？面前一点弯冲打，但那跟刚刚点目差在哪了呢？我在想，这两个差一目，十到十七，哦，可能是差两目，有可能这那个节最后这个节不让了，摆了两目，两目这有可能差半目，啊，这指按手指还是手指的，是那个，可能就差了两目，两目多，还有三目，点出点目点错三目。确实就五十五，没有变。五十五是没变啊。就如果被挤到了，就这个。那挤这个总是结才最好吧？这个，哎，一定吗？也不见得。啊，应该是个结，应该是，因为黑棋是。嗯。他打结的话，这里面。打结，白棋结才也不少。这是什么情况？又崩溃了吗？我的天哪！啊，又崩溃了。又崩溃了。我刚刚无意中看到了我爸的账号。你爸？不是我用哪个那个账号的？你能给我说一下？你本来用的是哪个？我本来用的是哪个？我都不知道。我本来用哪个？我不知道。那你现在怎么没了呢？我不知道，那关了，被挤掉的人太多了，看人太忙。嗯，那你就别看了。好，再来。他在重新进。重新进。哎，好像又好了。刚刚好像又有问题了。啊，怎么录啊？这个房间全掉了。不是，现在又有人说黑逆转胜了，但我很想知道黑棋逆转在哪，就是白棋哪里亏了。嘿嘿，白棋占六个棋赢，占六，这个差那三个点，三个棋赢。那也就是现在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图是对的，是吧？就盘七了，是吗？有可能。啊，那太好了。太好了。还是赢了。那我关于我觉得这个赢的肯定巨。哎呀，哎，太搞了，我现在都不敢乱说话了，我觉得没到最后一刻。对啊，我眼睛。他打错了吧？白棋粘了个这个，说是哪个？嗯，哪有粘？不是你看，粘了个这个跟这个交换，这什么意思？这其实这。其实就是一样的，一目棋就是逆收零点五，对，逆收零点五。那这个一样的吧，应该是，这也是一目跟一目一样的。啊，有区别，这个做一目跟它差。对，就说嘛，这是一样的，就像，这一目吧，这也是一目吧。嗯。那白烧家了，这。嗯，白棋再加了一下。啊，加一下。谁说打这个吧，而且不一定也不晚，一样的。那就白棋现在肯定收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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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收这个。然后就是你干哪个吧、好，摆完了。这地方你打，我确定不能干是吧？你不能干，因为我不玩棋，你知道棋啊？对不起。我前面的时候是手老抖。这七的顶了，哎。那赢了，还赢。赢了就好。赢好赢好。哎，还关子确实是太有意思了。还是赢了。对，一千逆也很难说。221和233是胜仗。221是哪个？我也想看一眼221。啊，就是这个吧，就是被冲到了一下。那这个白棋很可惜的是白棋粘上。但我觉得也是黑棋先亏了，这棋好像谁赢都不，对，不能说是特别。确实那时候也很细哦，确实是。那其实粘这个白也最多就赢半目，实际上也真是。嗯。是。没有，之前确实好像，而且你这边还在白棋赢，白棋赢，白棋赢。白棋。不行，我再这样改，我实在是已经。他可能没看到这个棋。嗯。也不一定，他应该看了。要不我们最后再点一个吧。好，最后点一个。就是现在这个劫总有一个，就白棋你选择粘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劫是肯定打不过吗？对，我如果补一个，我打不过吗？我补。我补在这儿，好吧。对，你补那里啊？我补在那儿也好一点。对，那你这个也不好补。我这个补的好惨。那你为什么补在这儿呢？补了，然后去劫，你去劫。你帮我打一下吗？啊，因为你一顶，哎呦我天！你这个信一点。老师那个。出现失误。你数一下劫吗？你这一枚两枚。嗯，三枚。三
门。哦，打这就好，三门。三门。这四门。哇，这拿上五门、六门、七门。我很。八门、九门、十一个九门。我很打过的。九门，你一门、两门、三门、四门、五门、五门，有这九门。这嗯，对，那确实，为什么还在摆棋？那行，那就是绝打不过，我们最后点一个木就行，就没木，这还是三十、啊、是吧？是三十。三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七二十三十，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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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三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八十九五十三六十三六十四，哎。你点错了吧？我点错了。三十、十八、十八啊，四十八、四十五、四十五十、五十二、三十四、五十六、七八、六十、六十二、三十四，对。啊，六十四，六十四，九孔洞，可能，不是六十四，你知道是才能。四十八、四十五十、五十二、三十四、五十六、七八、五十六、十六、十二、三十四，对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三四五十六七八九二十二十三十三十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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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黑棋四六三白棋五十六啊，四十三十对吧？四十八、四十五十、五十二、五三、五四、五六、五十八、五十六、六十六、六十四啊。这不没有题的吗？对啊，我一二三四五六，十二九十二三十四。哎，这五十五十六，这不是？哦哦哦，对。这你这是二十嘛？对对对，五十、五三、五四、五六、七八、五九、六十、六十四，这就是四。那就是不是成单了吗？还有五十，百五十八年了，这是啥？百五十八，这是双十二十五，二十二十八点三十三十六，三十三八三五十六啊，应该四十五六七八九五十五五六五十七五十七。哎，那他哪长了一个？这长了一个啊啊！我的脑子，五七这是啊，贪吃嘛，贪吃。我是不可能差，又差一步，我以后实在是啊。我的脑子，没事。哦，我忘了这个地方长了一个，就是这个这儿长了。对，你长，咱俩吃，我们买了在洗了。嗯嗯嗯，那就是残肢嘛，残肢不可动啊，残肢。嗯，那太好了。确实行。嗯，但白棋实战是应该点清了，说这个要输，他就求了个变，但应该是一样的，没有区别。一样的嘛，就是这个。这不能最大实战关分目，那是一又三分之一。是啊。就是。一共半是什么了、嗯、这是啥，这是一样的，就是打这个结嘛，因为他已经动不了了呀。嗯，不是，这是对，得这样，等一下，这还是这样，你得打进来。那行，这不行了，这然后你得补嘛。对，那我如果不补那不了，我还是啊，这得我不补、啊、我不补我得打不过你这结了已经。嗯，我打不过你这结了。不五那白银了，不差这一幕了。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补、哦，就是我一定要把这棋。是得补吧？应该是。点破三针针。你摆上。以后有一间嘛，就是你总是要补一手呀。是。你就算粘在这儿，我以后都牵上我的尖。这是尖尖。这是我提头的尖。嗯。行，不过我这以后的节目实在是，哎，太那什么，哎，没，哎，他怎么是把那剪了啊？打结是吧？啊，不过，反正中国赢了还是很好，很好，非常好，非常好。再点，那第二缺点还是排期，真的是哎。这是算是人品，他当初赢三平一赢的那么，嗯，是，他这盘棋应该比这盘棋还那什么，所以他这盘，当然他这盘也是因为劫财输半目嘛，还是挺、对对对挺到位，突然会很多人还了。那你按你这种，你怎么还不还？我不知道，我去很早以前欠很多债了，他们。啊，成长可能
之前等于说你也知道是200多开了，你就打了很多年，打了很多年的那个什么桂林那个个人赛，一胜不一胜十负啊。我觉得他只是先打了好几年攒出来。真的，真的，真的啊！其实这里还是两枚铁，我搞错了。要不要再数数据？不过没有，这没补掉的奖项肯定不够。对，因为这回说一下这个两个人。啊，好吧，终于看到了一场野黑胜。投稿。现在是。啊，我现在是。就说我的那个坐不住，完了。嗯。现在应该是黑棋林半木，挺好的。嗯，黑棋林半木。很高兴，很高兴。嗯，好像接下来应该就是明天要对日本。明天那就是送一场日本。没什么悬念。嗯，那我记得早期的时候张旭还挺强的呀。啊，张旭是吧？张旭有吗？啊，张旭上上下一场，就如果这盘谁赢了，就是张旭。好吧，但是没什么悬念。嗯，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我还觉得张旭特别强。嗯，我也觉得他人家出死活棋嘛，还早。对，他就是你这种死活棋。嗯，但后来就不行。嗯，那你死活棋是做了好多好多好多吗？嗯，你是基本都做过了。嗯，基本都做过，是的。就是什么古代的、现代的、各个国家的，嗯，差不多。古代的也差不多，应该。嗯。反正这记忆力就是说。这你主要都做一遍就能记住是吗？就主要是对那个记答案的记忆力非常好，平时记忆力感觉一般。那你就用到单位上了多好。对，我其实可能还有点用的多些，我觉得。挺好。嗯，出业余的时候我就觉得还做手机的时候。嗯，我记得你业余那会儿你就已经开始出题了。那题还有点难看。嗯。嗯，现在就等他们说完结果就行。嗯，还是摆前面的吧。嗯。这是一圈圈。把它收一下。认真准备。就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嗯。对对。那时候其实还是有点戏，还是我判断太大意了，其实还有一点。嗯。那我那时候这个就没有想的那么大，我以为这个跳一下已经啊，对，你就说也就说也对啊，这确实不大。你这样搬进去，你打力还也先少。当时没注意，以为这个很大。不过这个是。我普通价下是赢了，应该怎么赢？应该怎么赢？就是这样的。后面其实是血亏一点，那个什么，就这里。对对，他这个亏还是有点莫名其妙。对，莫名这个亏点。但是这样来看，还是不觉得白棋为什么不先碰劫？我们当时数劫才不是白棋劫还可以。啊。他怎么着碰完了再立？不再摆回去吗？对，你就玩不玩了？你就看中间。中间确实也没什么好看的，换家里。尤其就是一切就搞定了。对，这好像还是有。但白棋对，但往前倒就是白棋这个局部下的有一点。这样的。你突然觉得逃不出东西了。逃不出东西，还是就是脱离脱出。嗯。读秒确实是容易出错，很容易，还是挺难出错。嗯。是要结束了，结束，快结束。哎，这黑的，嗯，怎么走不进啊？这立那个其实也不一定大，立的便宜也不多，这个可能。我主要是按照点，我如果这方是两目了，立这还不一定赢，可能故意让他搬家，可能想挺周全。啊，不会看。不是，你要是想点，你不走这一切点不就行了？咱不能先亏吧？想点是也行。嗯，好像
经好像已经好像等一下了，有人说是中盘生，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还这么少话头了？我觉得应该叫你，你要数个七啊！我要数个七，行，是数个七。只要你太点风木，好像有人干过这种点风木任务。对，你指的谁？我就不说了，说了不太好。你哎，你是对不卡的感觉还可以吗？啊，比较侥幸的。你太谦虚了，我觉得你小时候没这么谦虚呢。嗯，看来长大还是有。小时候有点狂，嗯，是有点狂。嗯。我气喘吁吁的没有。我也觉得你不至于，但是你还是应该多锻炼一下身体。啊、我实在在。家里也有锻炼的，我那个也那个运动器材也有，也是在家里也有锻炼。但其实有氧运动也对对，我到室外去活动活动挺好的，室外比较少。嗯，其实你们应该可以去踢踢球，延续一下国家队的传统。是是，我比较哎，怎么又那啥？不知道啊。嗯，那应该是结束了。结束了。啊，然后呢？然后你要不写个总评？你不是很擅长写总评吗？不、哦，不是，你就讲个总评。总评怎么讲？嗯，一开始其实都差不多，其实都差不多。然后，这一场反正应该是很皮的，实在是不要再走什么，就这一场好像实在是不能。当时那时候奥运会的时候。估计已经是黑要赢，我觉得黑要赢，明天判到黑好。嗯。那后期呢？后期就是黑就被攻打包住，实在是太那个太惨。黑就是没问题，那个还是应该直接解。嗯嗯，这直接贴好像还是明显好。对啊，就是刚刚这个贴下来已经是。然后。最后是、关键应该测定测试吧。测定测试对，还是最后还是你胜出。是的。这个节确实把也不确实输了就输了吗？那个也不一定什么。知道，我觉得跟那节还有点可能有点关系，应该得打，我觉得，但他这皮这撑可能有点难受。嗯，那实战白棋的下法有点像清楚的判断完形势，胜利宣言的那种。完了，胜利宣言被。嗯。嗯。好的。对，最后解释一下就是。王浩洋说张邦邦为北京的半步还债，就是指他在第一阶段最后一盘棋对方廷玉的那盘棋，应该说是属于在职业高手中比较难出现的这种逆转胜，然后最后赢半步，所以他应该是这个意思。好，对，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确实跟我们，然后也很感谢亲密朋友们的收看。好，也很感谢亲密朋友们的收看。那明天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做直播。那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